PC 把它关掉，对对对，然后这边就正常开，这样子，没错没错。我发现有一个，发现有个问题，我不能、我不能这样弄，我这样弄的话，我游戏里面声音会不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是那个有音效界面卡，对不对？你是有用音效卡之类的吗？你是关哪一个？他们是想要利用跳跳，但是麦 DC 的那边全部都整个关掉，这样。不，直接拉 DC 里面的那个预设就可以了，语音那边，然后输出装置那边拉归零就好，不用拉到系统。不知道怎么会跑去系统，哦，不是这个装置是不是？那个 Discord 的那个声音，我还是先把 DC 关掉好了，不然我怕漏音哦。拉到零就好了，这样吗？对，拉到零就可以了。嗯。哦，那就好的 ，OK。哎呀，那这样没错，没有问题。嗯。喂。好。啊，已经两个人，但那我们就要准备开始了，有没有谁要等一下的？没关系，我可以边吃边玩。Yeah. 好， oh. 好，那我们就准备了，三、二、一 ，Go Go！ 耶、yeah. ！等一下，我嗨，好了，嗨，大家好，嗨呀，嗨呀，晚上好，小迪，大家好，变天了！啊，感谢大家来参加这场鹅鸭杀。首先呢，这是一场开心的游戏。希望待会在进行游戏的过程中呢，不要有任何人心结或者是被谎言骗了，然后就对那个人身心不满，也不要有任何的这个不开心。游戏就是游戏嘛，反正输了，我们讲好的这个惩罚规则就是三瓶到六小时而已，这样子。好，没有，说开一局吧。大家今天玩得很开心，谢谢小迪的邀请，谢谢，感谢你们的邀请。没有，开玩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呀。不要这样！哎，结束了吗？那我走了，拜拜。结束了，拜拜，要关麦了耶！不是这样，那我们就是轻松玩而已，轻松玩，没有任何的规则，就轻松玩，开心玩，好不好？然后就是大家不要不开心哦，这样就好了。然后呢，就我们先自我介绍，那我们就按那个游戏的玩家顺序好了。离开游戏。不，玩家顺序来那个自我介绍，然后我先，嗨，大家好，我是邵世迪，我现在呢在这个甲板台，然后一起玩游戏，就这样。好，换博胜，可以。嗨，大家好，我是博胜。不是第一个嘛？第一个总是会这样的，第一个总是会这样的，还没热起来，没热起来。啊，对，慢热。来，下一位呢是我的米米。嗨，大家好，我是米，我现在也在加班台，然后跟小迪是同一个加班台，我们在两个人一起加，哇，加到天荒地老。下一位，来，下一位那个毛太郎。马太郎怎么了？马太郎，你再不说，我要舔你喽！马太郎不要忙了，快点舔他！为什么要把什么踢掉了？他可能在厕所。马太郎，那我们先下一个。我回来了。马太郎，怎么了？现在是什么？自我介绍。自我介绍啊！轮到你三频道了。对，轮到你三频道了。大家好，我是毛太郎。为什么要删频道？因为你知道。有道理。押韵。好了，大家可以叫我毛太郎或者是毛爷都可以。好，那就这样，下一位。好，下一位科拉。好，大家好，我叫科拉，大家可以叫我科拉，我就是科拉。耶，可爱啦！耶，耶，感谢支持16个月，对不对？没有，我错了，我不喜欢。他是 Coca-Cola。好的，没事。来，
下一位是我们的中二。怎样？是？欸、我有发现我太久没开台了，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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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三十二个月。哎，哪一种船？什么样的船？啊，你晕谁？该下船了吧？晕谁？对，一年前就该上的船。哦，这里有便宜的晕船友。啊，该下船了。Hello， 什么时候会收喜帖、啊、？OK， 哦、oh. ，这样你们应该就听得到他们的。还是你是库拉皮卡？应该就可以看到是谁在说话。好的，那接着下一位我们的阿央。哎呀，哦，又有一个三频道的吗？我看到他第一次有在跳，他没看那里面。哦，完蛋了！完蛋了！那个看着，然后好像就会侦测不到。哦，完蛋了！我是哎呀，我也在上船，然后刚刚这个船断了，所以哇，哦哟，下船了。对，下船，然后等一下会再上船。各位先，各位好，好，好，哎呀好，哎呀好，耶！我继续上塔，耶耶耶！嗨，大家好。怎么结束了？是不是？啊，还没有。结束了，结束了。然后下一位是纳乌。耶、yeah, ，我是纳乌。他怎么变黑了？就这样。我是黑色的鸭子。哇，你超会搭、欸。会搭。你超会搭的，你超超潮的，超会搭。超会搭。好巧哦。超会搭，加油吧！好耶。耶！耶！耶！哈基哈基！下一位是我们的困困。嗨，大家好，我是困困瓜。哇！你怎么种族变了？我，因为我好了，我是间谍啦。哈哈哈！加拿大，加拿大来了，啥的？加拿大！不行。我要活过我生日，不可以，我要活着。我是预言家。今天生日吗？没有，我不是预言，不是今天。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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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快乐吧！祝你生日快乐！下一位，我们的繁星。可以跳过吗？好像自我介绍两次哎、欸，很烦哎、欸。好啦，我是繁星。嗨，繁星。嗨，好的，繁星。来，这什么职业倦怠的讲法？哈哈。下一位是我们的鸟鸟。大家好，我是鸟鸟，大家可以叫我阿鸟，或是鸟爷爷。我是老家最年长的爷爷啊。哎呀，爷爷，好久不见啊！牙齿都已经补好了没？好久没有去公园下棋了。爷爷，爷爷您回来了。耶！哇，怎么丢的这么卡？下一位是我们的阿斗金，阿妈金起来哦。我都快听不到了，我是整林十四，我是冒险者，我不会升级，有任务可以发给我，我今天就是来解任务的。以上。耶！发任务。耶！耶！然后下一位是我们的露诺。耶！哎，换我了。换你了，男主。等一下，我快吃完了，等我一下。你吃什么？来吃吧。你吃什么？哎，分哦，分哦。我最魔法少女。分哦。没有啦，开玩笑。好，大家好，这边 Mark， 我是梦见露诺，这也是正在坐牢的梦见露诺，大家好。啊吼！一号。好，再来，这位是我们的嘟嘟。嘟嘟，我是胸部很大那个美丽帅气迷人啊，没有帅气，美丽又迷人的伊索嘟耶！我现在变很小，好耶！好的，那大家都到了，然后呢，也都自我介绍过了，那我们就来开始玩哦。然后如果说中间有什么游戏的建议跟想法，都可以提出来。然后我们今天是轻松的玩，好、哦，什么惩罚？那不代表这不是一场决斗啊，所以我们就是轻松玩，然后认真厮杀这样子。好，然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好，
职业要开哪一些？职业的话，我看一下、哦。炸弹木的，目前炸弹，炸弹预言家，第五炸弹，炸弹炸弹，好好好，不要炸我，不要炸我，炸弹。然后鹈鹕，鹈鹕。之前是不是有一个是乌鸦的？不知道怎么玩。乌鸦是乌鸦，这个乌鸦应该是你说之前猎鹰吗？还是秃鹰？好像会变成一个乌鸦，还是那是万圣节的？乌鸦是这张地图的限定职业啊！哦，这哪里可以用？乌鸦是干嘛？就在这里。豆干，可是它有不同的模式。这张图有一般模式跟限定模式，然后看你选什么。好像很厉害哦，所以限定模式才用。哦，对对对，限定模式要怎么调？限定模式就是游戏模式那边你找地图，然后它有一个限定模式可以调。哦，就等于要重开房间意思吗？对。哦。没关系，不然先降也可以啊。对啊，我觉得也可以。不过这张图有点偏小啦，就是对压有一点不利，就是。对。哦。因为我好像是之前玩的时候觉得很好玩。那地图这里可以改，你要不要看看有没有？好好好好，主们用哪一个地图？哦，真的，这里可以改。我们全部人都会一起跟过去了。哦，那我要按哪一个才有你们说的那个什么酷酷模式？不知道。有模式选问题，好问题。休息室好吗？好问题。那我们就先选一个，先不用这么，不用那么哈扣。杂，对呀、啊。先从一般模式玩熟悉。我有一个好想法，我们先杀个一轮，再想嘛。好吧、啊，那目前就这样哦。那我说一下我的那个设定，我看一下哦。鸭子的数量两个吗？还需要三个？哈啊！那么多人，鸭子那么少，三个，三会比较哦。那么多人，可能三个好一点。三个，好的。然后中立角色的最大数量就是两个吗？对吗？不知道。然后任务清单，不知道任务清单是很多对吗？啊，讨论时间要拉长。讨论时间我拉到顶了。就最多好，然后、你可以把讨论时间用短，然后把投票时间拉长，这样子我们随时都可以投票，不用一直等到结束才能投票。好，讨论时间拉长，然后那个哎错反了哦反了，哎呦老讨论时间投票长，老鸭哦，讨论要短，投票要长，对对对，讨论要短，所以我看一下、哦。讨论时间我把它拉到最多，然后那个讨论时间在哪里？哎，有个酷酷的眼睛哎，你们看。讨论时间。我好久没有玩鹅杀了。啊，紫色眼睛。哦，看到。讨论时间拉掉，投票时间。这酷酷的眼睛。拉长，这样子吗？这样吗？我会带你们去做。这样嘛，对不对？旋转木马的。OK。好，那我们就开始喽。准备。旋转木马。啊。准备。好，准备开打！准备变成北京烤鸭吧，你们！准备开打啦！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准备喽！输的要请上鸭。哇！是那么好玩的过年？我今天才吃烤鸭。我今哦，怎么？哎，最烂的职业，哎。哎，好了，你好可怕哎！哎，回音哎哎哎哎哎，你要想什么？啊 ，P F。他的麦怎么那么卡？哦，你没买东西的话，你按不出 P 哦。Oh my god！ 他的麦那么……对啊，好卡哦，怎么样？挂了，你看对面有人在叫，好恐怖。哎呦，这是什么东西？哦、他叫过来了，为什么他惨叫？他惨叫了，有问题。是干嘛的、啊？谁叫这么惨？那刚刚那个叫声呢？那个地图。哦。嗯？哎呀。
我想说怎么都没人讲话，我想说奇怪怎么了，班主任。都是你发现到的。我大家在为他默哀三秒，是不是？我跟困困、跟弟弟还有哎呀就走一起了。然后困困在解个任务的时候，我也解任务，然后我就突然看到这个。困困死掉了，哎呀，在他旁边冲出来。然后重点是哦，这一刀困困应该是加拿大鹅，因为哎呀没说话，他可能是被刀下去的时候就自己拍下去了。啊？我猜的。哦，秘术很好哎、欸。赞成。那就会得。赞成。哦。真可怜，第一刀就中了。有罪。哎呀，懂不懂？我刚刚你真会改。没有，我忘记开麦克风。我先跟大家说，我不是杀手，可是我是杀手这个理论是从真二的口中说出来的嘛？那我刚刚跟他在一起，我们是同时一起看到那个杀手杀人的。那先喊那个什么，先喊贼抓贼做贼，兔吉安安可以。好好的评论一下，到底谁才是杀手？等一下，你说你也有看到是不是？对啊，那我刚刚三个一起看到的，我也在这边。那你们看到什么？我们三个一起看到的啊，对，我们一起看到有谁？其中一个哪三个？哪三个？我跟我跟小迪，等一下讲名字，大家都我不知道谁。抱歉，真二跟阿丫跟弟弟。哎呀，没错，嗯。我们三个看到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好吗？然后现在我被指名是那个杀手，可是我并不是那个杀手，因为真二才是那个杀手。没有我，那小林因为他发我好，我说一下这个，让我来说两句。那我就说个两句。第二句了，那这两句呢？就那两句了，一句了，刚刚一句了。我觉得这也是双狼，我觉得这也是双狼。我讲一下，我讲一下，是不是杀手？我刚刚在最上面，然后我先说一下，因为真二应该有看到嘛，我这是在最上面。然后至于真二跟安鸦是靠那个死掉的人稍微偏近，我在最上面没有错嘛。然后我不敢确定是谁，因为我也在解任务，然后我也在。解完那个之后，感谢班喽。然后我来不及看到，我不确定是真二还是哎呀，还是有什么，我不确定。这局我，你不确定你在看什么？投票会记你在看什么？你不要讲，不会投票不会记。哎，真二有没有可能是呆呆啊？我不小心按到投票哎。那你刚才你的视线在看什么？我刚才就看到就是那个突然困困死掉了，然后哎呀跟真哎呀。跟真二是比较接近，然后我在最上面。对，那你刚刚在看什么？你刚刚在看什么？为什么看到这一幕？我在解任务，我在解任务。你在解任务怎么会看到这一幕？不是，我解完任务之后，我要去找下一个任务。我要找下一个任务。你解完任务之后，你要去解下一个任务，你就看到了这个情形在你前面发生。对，然后我不敢确定是真二还是。为什么不敢确定？如果是他们两个其中一个是凶手，一定有一个人比较靠近啊。真的比较靠近的话，应该是哎呀。然后真二是因为死掉之后，然后我看真二还在走嘛，所以我不敢确定原因，是因为真二还在走。我不确定在死掉之前是就这样。然后我在追上面，我这里怀疑真二跟小弟。那你踩不踩哎呀？你踩不踩哎呀？可是有呆呆哎，讲一下哎，能不能踩一半？来，你说你要站我这边还是站真二那边？来，我们多年的友谊，半是这样，我们先撇除这个游戏。好，猜，好，你猜，我猜小迪，猜谁？有呆呆耶！我猜了，猜有双狼想要双杀，结果没有来得及成功。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真二是无辜的。我猜了，我猜，对不起，我只是猜。什么？你什么？你站在真二这边？怎么可能？因为现在的收场是你站在小迪，好诡异啊！不对。然后我才遇到困困，我就说跟困困走，然后就走。现在就那三个，困困也叫我跟他走。嗯，就我们三个目前是困困，有问他什么职业吗？他没有讲。啊，他有说什么？他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枪还什么的样子，好想听到。没有噔噔噔噔噔噔噔。哦。没有。掉平均呢？掉很平均呢。哎呀，拜了！哇，拜拜！阿布。哇，什么
完了啊，小迪在这。好了啦，小迪。一次一。啊，我都要电视掉。冰丢冰丢，不然不然，我来跟你，我跟你们走，我跟嘟嘟。啊，你为什么要跟我走？我好害羞哦。没有，好多人哦。哎，弟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吓到！哎，抱歉啊。是，刚才有听到炸弹的声音，然后呢，等一下开麦之后，我想知道一下大家的位置大概在什么地方。OK， 可以。OK， 我在城市公园下面，然后我刚刚被鹈，我刚刚被鹈鹕吃掉了，是真的，真的吃我。然后他吃我之后，他就炸了。他炸了，我就出来了。这是真的炸掉，然后你说出来了，对，真的把我吃了，然后炸弹炸了，然后我就出来了。那你刚才有印象，就是真的在被炸掉之前，他有经过谁吗？谁有经过他？好多人，超级无敌多，跟着真的走。嗯，你说在广场的时候很多人吗？对，广场上面接到炸弹，我在放最小巷，可能传给真的是我。我在犯罪小巷。有谁有拿到炸弹过吗？我在医院的上面有拿炸弹，然后在那我只有听到而已。这个丧尸迪迪跟这个，哎、欸，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看还有谁？还有谁？我跟那个本来要跟着杜杜，然后杜杜他，哎，觉得我有点变态，杜杜跟丧尸迪还有我在一起从一起绕过医院，然后从城市公园左边往下走，然后我就听到炸弹了。绕过医院，你们从哪里出发的？ Oh. 我们从医院出发。我们从医院，在医院左边那条路往上走，在医院之前然后从右边出来，各在哪里？在医院之前是从公墓，然后我从公墓跟那个谁出生，跟你从公墓出生，然后你们两个人出生，然后你们一起，对对对，还有我有看到，从哪里走？然后一起往下面走，然后往医院方向。唐安安，遇到丧尸弟弟，你真的是吓到哎、欸，很恐怖哎、欸。然后你们中间什么都没看到。大概在城市公园附近有那个炸弹声。你拍的这个视频哪里？我现在重点不是重点不是那个真二的尸体，而是我找到的是卯的尸体。然后他的尸体呢，就在你们讲的那个路径上面，然后没有人看到。在哪里、啊？那我只能说哪一条路上面？杜杜跟丧尸迪开不了这刀，然后我也开不了这刀。杜杜跟丧尸迪开不了这刀，你的依据是什么？一句是我们三个走在这个路径上，我们彼此都看到别人在视线，中间都没有分开过，都没有分开过，没有没有，我们是等到我们是走到城市公园那附近下面那个小很多人的地方之后，我们就散开了。嗯哼，我先说一下，我觉得有点怪怪的，我觉得怪怪的，但是你说我经过他的时候，手上传来了炸弹，嗯。然后我说一下我觉得怪怪的地方，我其实一开始是跟着杜杜没错，可是因为他一直喊我是变态，我就离开了，所以我是绕教堂的下面，然后到公墓，然后再到药师，然后最后呢再到犯罪小巷，所以你中间有离开？对，我有离开，因为杜杜一直喊，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就离开了。对对对，有人可以作证你就是没有做任何事情吗？没有。没有，好，因为根据上一场的说法，就是、根据上一场的说法，就是因为真二跟那个阿雅两个人都有被踩的嫌疑，可是现在真二死了，然后又有人刚才提出的说法是觉得是双狼，然后那个双狼就是、可能就是在场的第三个人，不会，因为真二已经，你又跟那个，小丁，你刚刚说你怎么，小丁，你刚刚说你怎么走，你是从怎么什么路线走到犯罪小巷的？我跟杜杜好像是走到哪里，我就好像医院那一带，还是对啊，医院那一带，我就离开了，对不对？我很快就离开了，杜杜就知道。然后我离开之后，我就想说，好，我不想被当变态，我就自己一个人去绕，然后绕到那个往教堂下面到公墓，然后再到药师，再到上面犯罪小巷，所以我是走右边那一条。
然后中间、哦、在那就是你啊，因为马的身体就在你说的那条路上面啊，不是吗？噔噔噔噔噔，有没有可能是你的队友害你啊？我在饭店上看到尸体就在医院到教堂下面那一条路，所以说你要到公墓，不管是要到教堂还是要到公墓，你一定要走那一条路。可是我完全没有听到炸弹声，他不是被炸死，我有听到，炸弹是真二，不是吗？炸弹是真二被炸死。哦。哦，所以现在在卯，我没有在讲卯的事，我是真的没有看到。太刺激了，我没有必要就是翻自己的这个，因为我觉得刚刚他没有必要讲。还有，我最后人待在犯罪小巷，我没有看到任何。我最后人跟繁星待在那个药师的，对我被他吓到，我有看到，但我不准，因为我在任务的画面，因为我是，所以我基本上我也看不到任何人。还是小丁是呆呆，自由新政。根据上一场的说辞，他也有一点黑啊。对，我有点黑，可是真的我没有必要翻自己出来受死。我觉得他没有必要翻自己，因为你如果特别再讲一次的话，就可以摒除自己的嫌疑啊。啊？头？好像有点头痛啊！哇！八九九秒讲完。拜拜，再见。拜拜。噔噔噔噔，好快！好惨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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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死完了，快杀了！谁杀的？我要承认，是太阳，是我杀的，我只是公报私仇，我没有特别意思。我真的是傻眼了，我想说为什么这个人会知道我是？我只是公报私仇。你为什么要这么杀人？抱歉啦，你跟我说你是好人啊。对啊，我是好人，怎么会杀我？为什么？我以为不是，我以为我是警察，我想说一尸两命，结果我是这一尸，怎么不会死？不是，我其实我刚刚第一段在讲说，小迪说谁说他有枪，我刚刚就想要去蹦掉他，因为枪在我手上。他死了，那个那时候才没有讲，才没有讲他，所以没有讲到他。就是那一刀没有在加拿大鹅身上，我们杀手会赢的好不好？对，我真的没有说，只有两刀，真的很衰耶。就是你运气太背。等一下，我发现一件事情，如果弟弟刚刚从头到尾都跟着我的话，我是不是就会被你的那个尖尖又酷酷的刀给杀不死啊？啊，对啊，也不一定，我跟你那么好，对不对？会吗？很难说，我觉得我最衰吧，我就要背后凉凉，搞不好他的刀一点不利，会让你死得很痛苦。我也没玩到游戏，那我拿个帅，结果是我被杀了，不止杀人哎！我想到个厕所，厕所杀鹅未遂，大家准备，然后我们所以刚才那个是你刀的吗？不是啊，我想说我不是我刀，不是，我是炸弹王，然后我就炸了露诺，可是因为露诺是正义使者，然后他只是想报，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嘛，然后他就只是想杀我，他就把我杀了，然后我就莫名其妙死了，然后他就带着炸弹传给了真二，所以其实真二算是我杀的。对，所以其实真的算是我去杀的，跟小迪一点关系都没有。小迪是衰，然后刚好走那条路。对对对，他就是超衰。结果你就自己暴露极端了。哇塞！可恶！哇，你也有当这就没了潜能呢？你怎么都在案发现场？哎，你衰！这个事情告诉我们，话不要讲太多。他没办法，他一直在案发现场，他一定要表态啊！你不是他杀的，在案发现场。所有死人他都在，有人死的时候，你是柯南吧？你是柯南吧？好会哦！江户川阿迪耶，厉害！我回来了，哪里都有死，哪里都有案件。可恶！好可怜哦！准备！你拿的都不是刀吧？准备呀！他手上……嗯？怎么会这样呢？怎么这样？没有游戏体验，哦，没有游戏体验，呀，气死了，味道都没加到。哎，你是不是这首这场也是杀手呀？啊，不是，不是杀手，我是去尿尿哎。嗯，我是好人啦。
对，你只吞了一口，来不及消化。哦，三个在哪里？在哪儿？十四个。好、啊，没关系，我们就、啊、我们就这样吧。我觉得我走迷路，哎、欸，博森不见了。啊，真走好快啊！我、啊、靠、啊，你看起来好好吃哦。哎、啊，不要不要！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过来，要过来，要过来！我不好。你是不是好人？我本来不想杀的，可是我觉得你实在是太有嫌疑了。你觉得感觉要做什么大事，我就决定。我还是杀一下你，被我这样被杀了。超坏，超坏，这种炸弹超坏。可是我给你炸弹又不会马上出现，为什么你就会知道这个炸弹？大爆！啊，没有啊，我纯粹想要杀你。不要不要！我要点任务了。好吧。你任务在哪里？多了。我任务在这。嗯。哦哦哦哦！嗨嗨，大家好。啊，这怎么解？嗨，大家好，我是变成路人。哦、oh. 嗯！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怎样？你真的快挂！集资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募款的行动呢还在继续进行当中。如果想要支持博胜的演唱会的朋友呢，可以到那个博胜的集资的那个页面去看一下呢。哦，你看你又、欸、为什么？哦、被吃了、哦。因为你已经被铁那个屁股在哪小迪、哦、我们来看看那个我在这我找到了我找到柯南了我找到柯南了行动就是他柯南到处走到处吃的时候他会随着他每次吃嗨明宇早安早安怎么可能那我就跟大家在一起就不会拍桌一有人拍桌那鸭子那我们至少有鸽子那鹅就赢啦、啊、很棒我觉得应该这样是鸽子赢吧别做任务那是鸽子没有鸽子吧没有鸽子啦哪来的鸽子因为大家都抱团有吗没有吗对我刚才没有用我没有用鸽子，我没有用鸽子， oh. 我没有用鸽子，对对对。如果有鸽子，就防鸽吃了啦，吃了。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应该已经超过了。哎，好危险！哎，好多人，这边好多人哦。小迪，你要把我吃掉了！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附身在小迪身上。喂，你们怎么样？这是鹈鹕，这是鹈鹕，这是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在他的肚子里面。我没有死掉啊！我哎、欸，他死了！杀手们，这里有杀手吗？你们是中狼吗？小迪死掉，我是我没按我那个呢？十六八十四二十三。然后呢，我跟博胜跟另外一个，对不起，我认不出来你是谁的人，已经被吃掉。然后刚刚有人杀了他，然后我们就被救出来，可是我没有看到是谁啊，交给大家看了。你怎么那么容易被人家吃掉？他的想吃你耶，你好像很好吃。刚才真的是小迪太贪了，他应该他已经吃到三个了，还不去拍桌。对，贪心。所以有看到是谁杀的吗？刚才不是经过那个路诺吗？哦啊，所以是谁跟我们一起被吃掉的？我认不出来。嗯，为什么毛鹰投票了？有个女生。他死了吗？刚才是他，还是他马上又被杀掉了？立刻就被我刚刚好像也死在那边呢、欸。我刚刚突然想到，好像有一个黑色的也死在那边。他是跟我们也黑色是出来就黑色是 now now 吗？黑色的 now 在哪里啊？对啊，我想说雷波十四还活着、啊。在哪里啊？我说 now 在那个城市公园左边。可是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我没看到。刚刚好多人经过，我刚刚有经过，但我没看到。啊、对，我有经过，然后就听到很多人的声音，就这样。哇哇哇！这有点难呢、欸。哇，反正没有鹈鹕了，鹈鹕小迪被杀了，我只知道两把鹈鹕都直接不见。我想问的是，毛你投给谁啊？对。还是直接按跳过，靖宇吗？他跳过吗？他 whisper 吗？因为感觉好像还没有太多的那个。记得。你现在被威胁，可以讲个话。所以是被威胁要说话，点个头。米，所以米米是拍阿迪，然后另外两个尸体没有人看到。我刚才是跟博胜还有另外一个女生被吃掉，对不起，我认不出来。然后我们刚才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我依稀记得我好像脚底下有个黑色的尸体，所以可能他一出来就被杀掉了。他们是两个尸体叠在一起。对，所以你们跳出来就是立即的事情。那对，
就我们意识到，哎、欸，我们活下来了，我们就赶快去拍了。所以代表小在小迪之前还有一个被嘎掉。不，我们都在他肚子里，肚子里出来之后，他才被嘎掉了。所以你没有看到他被谁嘎掉？没有，因为很混乱，因为 我以为我数了，结果我们出来了，然后世博正说，哎、欸，我们出来了，然后才发现，哎、欸，我们出来了，然后被救了。伊拉米斯，你们出生了，就被剖腹产了。所以是你们出来了才看到尸体的、啊。对呀、啊，对。对啊，所以在那之前他应该就挂了。那以你们两个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们很久没有看到谁？因为我很久没看到，因为很久没有看到的话，比较不太可能会是那个吧。因为我记得当时跟着那个小迪一起走的是露诺跟杜杜。对不起，我刚才在等我的卡组低，所以我没有看到路。我后来走一走就遇到困困，然后我就一直贴着他，然后他就一直尖叫。杜宝一直追我，很恐怖。都好玩呢、哦。所以为什么我没有线索？瓦太阳还是有静音的。如果瓦太已经投那个静跳过了，不能叫他跳过，怎么办？没有啊，他搞不好是。刺客啊，刺客是什么？你的初见呢？刺客就是可以的。哦，好聪明哦！你没有诚实啊、哦？有可能阿三讲的是刺客啊。刺客就是下阿三他的能力，指定一个人，他不讲话是不是有能力？猜对就直接杀掉。所以我通常会高几率。我想提出想法，会不会是双狼走在一起，所以才敢下手？哦，那就是杜杜跟露诺喽。因为我看到是贴在小迪身边是他们两个了，哦，然后所以他看到我们出来，然后紧张，然后就赶快杀了我们其中一个，可是我们有三个人，所以我是从那个城市公园路过的，那你们想，我确实经过，但我真的没看到啊，你们需要归票吗？归到谁身上？不知道，排除我妈妈，杜宝，我可以相信你吗？啊，我是又过了，因为我看我刚刚都在找你。好，好吧。因为我觉得我们超大量的人蹦出来，有点难不被看到。那好，杜宝，我相信你哦，我相信你哦，啊，我相信你哦，我相信你哦，难道是我吗？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你。我操！哇！哈哈哈哈哈！拜拜！拜拜！我先问一下陈小乐，我是吧？静音还是打手？不是。哇！我完全不能参与哎。没有，因为我刚被静音，然后我就乱点，然后按到我的投票投了。啊！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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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咪猫？啊！什么？这是好的啦！我说真的，我是好的。那考拉跟我说他是好鸭，可是鸭子是坏人啊，这没问题吗？我只是记错了，我是好的。谁经过？好，经过你啦。棍棍跟十四在我旁边，然后。露诺也有在我旁边，露诺也有在你旁边，所以有可能是露。哎，这是什么？什么东西？谁在笑啊？这里，看不见了。没事，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感谢马同学的一个月。没有，为什么？不知道怎么按哪边。还有35秒。到左边你要弄，我弄了，我弄好了。Okay. 哦，被消失啊！不要全部都抱团在一起，这样对鸭来说也很难玩。就是还是到处去解会比较好。杜宝，我可以相信你吗？杜宝，我可以相信你吗？杜宝，我想相信你，好不好？你当然要相信我啊！那我就相信你了。好的，我记得人哦，我一直卡。困困面刀在这个药剂师跟公墓中间的这个走道，然后我在解左边有一个灯的任务，
然后看到坤坤跌到这个肚肚上面去就不见了。好，坤坤跌到肚肚上面去，然后肚肚就不见了。来，我先跟你们说，肚肚是我变掉的，因为我是警长，因为他刚刚在狼坑里面。对，那我没有死掉，你懂吗？狼坑里面。哦，我是警长。哦，所以我才敢在你面前刀他。哦，对，哦，那我是警长，我手上有枪，然后刚刚嘟嘟他在狼坑里面，然后我刚刚就在找时机，因为大家叠在一起，我怕刀错，所以我就是找一个时机，大家散掉之后，我看到有你见证的情况下面，我就说杜宝，我可以相信你吗？然后就把他干掉了。哦，哦，斗南的。那你会不会被吃掉？那，哇，我的枪都已经用完了，接下来我就是一只，要把警长跟正义使者不一样，警长你知道杀队不会有枪的问题啊。我做一个疑问是为什么弄掉之后不排，就是你不排尸体？弄掉之后不排尸体，因为你弄掉你可以排说确定杜杜是一个坏的，然后因为你是警长，自排，就是你不用等我走过去啊，我很远呢，我在太平间外面。对啊，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点完之后过了一阵子才发现可以举报，你相信吗？我信也没用啊，因为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啊，所以是不是我讲这句话也没啥用？就看你们怎么评断，因为枪在手，没有其他人说是警长，那暂时也只能这样啦，就是只能先相信他。会参加联动。会啊，然后必须我啊，然后我要说，就是我刚刚被那个警女者禁言，本来上个月中揪的，我根本不知道有谁。旁边的人是十四跟困困，所以我本来很担心很多不认识的，我本来担心很多不认识的，结果发现哦，十四个人里面有八个认识的哦。好了好了，没事没事，没有没有，我在犯罪小巷左上有一台车，哎，那个是谁？我接到一半就拍了。完了，那我记得一个是困困，那一个是谁啊？困困，你还记得那时候另外一个人谁吗？老实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一直在逃避杜杜。我那一轮就一直被杜杜追，很恐怖啊。反正不是我就是。好吧，那我不知道谁。对，反正我上一轮是禁语者啦。对。那那这轮先跳吗？因为没有讯息了。我不敢讲话。对啊。刚刚露诺头跳过就平票了，哎，可惜了。我上次被静音吗？都没他听到他讲话。有可能。对耶，有可能哎。哦，有可能，有可能。博胜，记得你跟着谁？记得谁接触你？博胜应该是被静音。哎，那为什么博胜的名字不见了？出来了。哎，就讨论到最后才终于发现我被静音了。哦，然后避免一个人光辉。能看这个画面，那个情况就是人多，所以不太确定。喵，你刚刚是被静音吗？你刚刚被静音吗？被静音。哦，大家说全部人都在同一个地方。哦，右上角时间会动。我懂。对对对，但是比较我跟着我走来走去的只有鸟鸟而已啦。你是坏人对不对？鸟鸟，我是好的。鸟仔，你是坏坏。没有，刚才的情况，等下再解释好了。要去案发现场，我真的会累，完了。我怎么会那个？干嘛？你看大耳吗？都没看到他这样在喊呢。干嘛？好多人哦。但是要命。哦，会卡哎！天啊！好想看到命案现场哦！哎，鬼上去了，快跑！我不了。为什么变行者吗？变行者吗？他们戳到我，我动不了了。地图技能，鬼会恶魔了。哦，这只鸭子好恶心哦！我怕有人砍你。哦，你再把我哦，谢谢。比较安。那好了，偷偷跟你。我不知道是，
那发生什么？对，没有他们，没有我们，没事。我们任务进度条是不是有点少啊？他有人在做任务，我跟名字讲悄悄话。对对，好，叫他讲完了。安全的地方，我们先安全的地方，走。有看到他们那边左下角在亮啊，都可以聊天啊，我呢，悲伤啊。这种都看不到人。很卡。哦，又有什么？角落，完事。蘑菇吧，蘑菇蘑菇，变秘密在哪里？我在这，我臭美，我的眼睛很大。我在职场的角落。啊，我在发什么东西啊？等一下，我找不到亮亮的。好了，跟秘密。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哎，你在？尸体就在公墓下面。然后，困困、真恶、沉迷、夸拉出不到这一道，所以只能是博胜跟鸟鸟。然后博胜又被禁营，所以应该是鸟鸟。哦，哦，什么？可是，可是，你再说一次，你再说一次。尸体在公墓的下面，然后刚才有这个变身派对，所有人变成大眼怪物跟没有眼怪物，然后所有人都在教堂下面，大家都不敢乱动。然后人员有困困、沉迷、夸拉、真恶，还有我五个人。所以在外面有机会出到这一刀的，只有博胜跟鸟鸟，除非你们推断这个，比如说卯可能是这个加大了然后砍了，这是其中一种可能。如果还是这种可能。我跟你说，刚刚我跟博士还有 Koala 在开秘密集会，所以应该不会是博士。对，因为博士上一轮有被禁过，所以就只能是鸟鸟了。对。可是我得说，我狼还是可以压狼的，可以禁狼。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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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这一点可以先讲。这是一，可是我一那我个问题耶，这一刀多新鲜？谁会知道？对，它新鲜吗？大家去过那里吗？不确定，我觉得在上面跑，会在犯罪小巷那边跑啊，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有点臭臭了，臭臭的，有点臭臭吗？好，我跟你们说，臭臭哎、欸，我跳个身份，我是侦探，我刚刚测过鸟鸟，鸟鸟没事，可是是在那个怪物大集会之后，欸、就是怪物大集会之前啊，之前对不起，之前测的，对，哦，所以如果他在 party 之后出道的话，就会输了。没有，他只可能是，也有可能就是在怪物，对对，才是多新鲜。因为如果在怪物大家变成怪物之后才刀的话，那我就不确定了。那个整场我说臭臭，只是因为我没看过他。整场我都没有看到博胜，然后那个正二跟陈米还有困困，几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左半边待在一起。但这一招在其实是库阿拉跟我还有博胜吧，不是正二。对啊。我跟你啊，Koala跟对我可以保证是那个真二跟陈米几乎都在一起。对，那其实单独走的应该只有鸟鸟，跟你们的视角里，我应该还蛮单独行动的。我跟你那边跑，你刚才但跑一跑，他没有跑。想说我没有做任务，我就跑去做啦。对啊，啊，所以啊，那个十四刚刚是跟我们刚刚一起走到右上角，然后十四一看到就弄了，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十四。因为我们就在他身后，他应该不太可能自导自拍，我觉得。还是鸟鸟概率最大、欸。哦，对，就是我虽然测过他，可是我们后来有一段时间。反正没关系啦，你现在都黑成这样，你要跳职业。就是说已经有两个被送出去嘛。那我觉得你要不要跳职业？困困跟我都跳了，都没事、欸。所以你确定被送出去那两只都是狼吗？网红，网我是网红，你们自己说的、啊，你们刚前面都在说的 啊对对对对对，我这个成功上传了，完蛋，真的骗他！我跟你讲，我才是侦探，明明是网红。对，没错。你们全都抱团，你们全都抱团，我个鸟，我个鸟、欸，真的不好，真的我真的不喜欢抱团玩呢、欸。你们超过分了，对不起了。我是不是有说这张图很小、哦？大家不要抱团。确实是太抱团了。我们快点
知道我把你吃掉了，可恶的坤坤。哎，我是复仇者。不是啊，我这么相信你，你怎么可以是坏蛋？我要吃掉你！我是相信你，我才把枪对着你的，哎，好伙伴！你那么肥美，你居然不让我吃，太过分了！风主播，你刚刚去哪了？我问一下，比较大的地图是哪一个？我被禁言了三回合啊！然后大地图是哪一个？怎么那么可怜？像是飞船，或者是地下室，或者是神殿这一类。飞船，好，神殿，神殿好像我们跳神殿。新地图呢？换地图，好啊。我觉得新地图也蛮小的。神殿，其实神殿那个是要换哪一个吗？我不知道有什么限制。对，就是请大家全部都站在中间，这样子就可以赶快结束游戏。其实因为这个鸭子有三个，所以可以限定成不要三个人以上抱团，这样会比较。不然就放鸽子进来啊。正常一点，鸽子，我们先到手。我觉得或者是更多坏的，好像哦，跳地图了，不然就是没有人跳。有人如果断的话，要讲一下啊。Go go， 好。自由好像啊，我绿掉了。鸽子是不是该出来了？咕咕咕，好，鸽子，放进来。哎，啊，等一下，再录。有够像。这个地图没玩过哎，哇哦！要抱团就是加鸽子啊。对啊。好的，这是什么地图啊？加鸽子进来。然后，哎，这里有那个哎，有可以煮饭地方，谁的屁股借来借一下？哦，好啦，我勉为其难借你一下。你有看过没看过的植物？为什么这边有人？借你一半，我有两个，借你一个。压掉一点。好，然后呢？怎么有人在做这个放屁？你没有屁吗？这关的鸭子数量只能有两个哎。哦，这关是不是陷阱很多？还没上去吧？哎，好多人没来。人还没全到。哦，对啊，很多人没来。那是不是要？他人还没全到。1,2,3,4,5,6,7,8,9 哎，对，只有九，可能断了。哦，哇，有人跳出来，那需要给他们给，对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刚刚的应该可以用吧？哎，好像会换，房号有换，房号有换，有。等一下，这个不是今天带诺诺打冰咒龙的雪宝吗 ？Hello。没进来。早安呐。这次我一定要吃到人。新房号，吃到饱。好想玩鸽子哦！吃到饱，早餐吃到饱。那你不要靠近我。收起来。啊。丢丢丢丢丢丢丢！来贝壳。啊呜啊呜啊呜！耶耶，我的翻译是在哪里？啊呜！改天再一起打魔物啊！储存。哇，我的无声蛋，无声蛋，致命的屁。我听到自己声音好奇怪，哦，我也听到我的声音，我也听到No, 真的耶、哦，那还是我们全部重开。那我们可以啊，房间重开。那個、哦，那大家看 DC 的号码，你比较会看那个设定。对。他说你比较会开房啊，好，告他。强。天哪，我会开房的事情你知道？我们什么都没说哎、欸，我们什么都没说。你好，小弟，你怎么会知道？不要这样！哇，怎么能离开？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子。我要怎么离开房间？哇，哎，左上角一个门。小迪比较懂，是不是？原来你也懂。我比较不懂。开房间的事情我都问博顺的。他们都一起的。啊！我懂了，好色哦。好啦，安静一下。
挡一下画面哦。啊，被你们看到我样子了啊！哎。嗨，老弟刚刚说的很熟哎、欸，进、oh, 来博胜的房间了，没有，那个进入房间了，我进来了，这样子，噔噔，我是小亮，觉得害羞。Happy 大 B， 拜哥拜哥，不是你们想的，拜哥拜哥，没有工伤吧？啊，没有，好想要，拜哥哦。福利熊，小福利，福利熊，福利熊，小福利 ，one two 福利 ，one two 福利 ，every day，everything。有没有不想玩的？怎么有两个版本啊？啊哒哒，小福利，福利熊。你说不想玩的什么？不想玩的职业啊？不想玩什么？我不想玩职业，我看一下。新界不用啦，新界好无聊。新界不用吗？我要怎么看有什么角色？啊、你按那个右上角的 I， 我把几个主要的角色按必定出来，其他用 Y。哇，这里还是一个 I。好啊。三多。我们是不是少一个人进来？我们少一个人，对，是谁？少一个人。是谁？谁？那我也是谁？谁？我进来了，我进来了。那为什么上一轮游戏没发现少一个玩家？哦，你蛮气的，我很难过啊，小迪。我有发现，可是你被禁言了。放平时。啊，有恋人呢、欸，恋人好玩。哎、欸，所以坤坤呢？我们少的是谁？有少吗？露诺。坤坤。报名。告诉坤坤是坤坤。你的屁股在哪里？坤坤。坤坤，你的屁股不见了。小弟你好。等一下我找到坤坤了，他在这里。哎、欸、对啊，没有啦，他说在这上面锅子里面，坤坤变成食物了，你好香哦，兄弟好好吃，丛林神殿，哦他卡了，他卡在那个窄路，卡啦，啊对，卡拉木鸠，靠你太像梦见露诺了吧，上司礼，一击棒卡拉木鸠，老弟很像偷我的头发。你们酒，真的真的，你超像哎！大家好，我是梦见露诺。你好，你怎么偷我的头发？什么？我看看，我看回来了。我看，你刚刚变成这个了。你刚刚在锅子里面。我刚刚锅子里面。有了，可以了，大家可以准备了。好。好。来吧，原来是我爸，对不起，对不起，要打勾，不然会被观察者哦。我没准备，大家都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队长，队长，队长，先不要给，太小声喽。木星安安，好，我们数到三，好，准备好了，一。我操！啊，太棒了！我就是一个会走路的肉。我是会走路的大屁股。我刚刚还想说奇怪，怎么好像这个名字里面少了一个人？哎，没办法，没办法，就只有你最贴心了。不要，毛爷，你不要靠近我。对，有鸽子哎。好了。好多人。我看一下，我职业是干嘛的？暗信。爱你啊。暗信。嗯。你好。嗯。不不。好好好。在干嘛？哦，真好好玩哦！嗯、嗨嗨嗨嗨！啊，你为什么 skin 这么多、啊？梦见露诺，梦见露诺，你在哪？梦见露诺，哎，梦见露诺，是真的不小心买到的。你到底是不小心点了什么东西，才可以买到这么多 skin？ 你去人家衣柜翻的吧？哦哦哦！哎，你可以过来一下吗？可以可以，可以过来一下。你好，你要干嘛？我发现，那你是我发现尸体是在那个墓地那边，然后刚刚是有一个人站在旁边，是那个墓地，我看一下墓室是不是？哪里有墓室吗？墓室还是墓室了？墓室，墓室，墓室。刚刚是困在旁边是吗？牧师，牧师，牧师。我先说，
牧师在哪？因为我看看哦，看到了。我先说，我走到走，我也是，我刚刚在牧师旁边打老鼠，然后走过来牧师的时候，又看到另外一侧，因为我从左边嘛，然后看到右边那边有个尸体，然后走过去的时候。那为什么你踩在上面不拍？不是，我在找那个举报的按钮。对，我在找举报按钮。然后我那时候第一件事情是奇怪，为什么找不到举报按钮？举报按钮长怎样？按钮还是按钮太多，按钮太多个。哎、欸，是你是呆呆，我赛车开起来了，可以哦。那我发现有一件事情，低调。我先问一下，有没有职业是那种明明是好人，可是我的举报按钮的地方长得不是举报按钮啊？是，好像会有啦，就是会有侦探调查什么之类的。嗯，有啊，举报不是都长一样？你看起来好可疑。我的图案是一个。那是什么东西？你什么职业？跳职业。你什么职业？你直接跳职业，你直接跳职业。跳不会怎么样吧？就那个。可能没有刺客啊。我可以检查尸体。你是红红的还是白白的？殡仪人员。他跟我说我可以检查。殡仪人员，殡仪人员感觉有点烂烂的。好可疑哦！他跟我说我可以检查尸体的身份，我想说，可是他是网红，我还要点吗？然后想说。然后我想说，哦、谢谢哦，他是网红，谢谢哦，嗯、谢谢，真是太谢谢你了。网红，还是网红没有错啊。你的幕放下去就变呆了哎、欸。没有亮说有网红死掉啊。完了，真是太谢谢你了。他就是网红。很可爱。我不知道，不要这样子，我可以相信你吗？我可以相信你吗？我觉得我心动下来了，快要来了。可是也说不定，这个有一个网红死了，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是另外一个，也说不定啊。你怎么确定他是不是网红？不是只有死一个人吗？哦，不要只有死一个人。他说刚刚啊，当下死一个人，当下啊，对啊，当下你不知道有十几个啊，没有右下角两个是不知道死者了。旁边网红死掉了啊！拍桌的时候，拍尸体的时候，这边就一个人死掉。那个人是网红是谁？注意啦！不是啦，可是当下就是你不知道有谁死啊，你只看到了那一个、啊。但是会先假设死的人没有那么多吧？我是在想啊。对啊，我是进来这个画面之后，我才说他死，才说网红死掉的。停！我相信困困，因为呢。网红死掉的讯息鸭子不会知道，然后第二个是他拍冰鱼人没有人对拍啊，我不想我觉得不应该再盘困困，应该是找有没有其他附近的人。哦，网红死掉鸭子不会知道，所以有人在提醒啊，只是慢慢在听他解释啊。我那时候呢是那个从喷泉下面下来，我就看到困困踩在尸体上，然后没有拍，然后我才赶快去拍，然后所以我看到的就有困困。那困困你有看到其他人吗？没有，我看到你下来要拍，然后我本来想问你为什么我不能拍。你看到他从哪里来？那你从哪里来的？他从上面往下进墓室。那你呢？你自己从哪里来的？所以从喷泉进墓室。是，他从上面的地方往下走，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个上面，因为我是从左边。他从上面往下走，他只能从那个物种位。那你从左边进入墓室前有看到人吗？没有啊，那个墓可以啊，走的吗？那是可以走的、啊，那可以走是可以走的、啊，那雾可以走是不是？对啊，那是可以走的。可以走，不是，我是从上面往下降过来，那是可以走的。OK， 没有到那个也红红的，是可以。可是，刚刚我在那个训练场右上角那个快走到前堂的时候，我在旁边看到有一瞬间看到那个真二，但是我不知道离那边多远。然后我就往回走，走到训练场，看到卯太郎跟一群人，所以我确定他们应该是好的。对，但是不知道那群人会谁、哦。那是真的可以走的。对对对，时间快结束了，那我等下去走看看。先投小迪就对了。时间快到喽。好的。红色可以走啊！哇，我真的被误会了。等一下，红色可以走啊！红色，红色不是有压力吗？右上角，右上角。等一下，不可能，不能这样票啊！怎么这样票、啊？等一下去走看看，这能不能走？奇奇怪怪。如果红色我们不能走的话，就赶快去拍桌。就是。Hello。
可以躲啊，我没有留恋。红色不能躲啊！被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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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桌在哪？搬走，这张牌是不是？原来是这样子。我说，原来是这样。哎呀！哎呀！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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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你问我，我现在想说是我杀的，但是我是正义使者，因为他笑得很开心，往我这里来，我有点害怕，我出刀了。我也要，等一下，我也要讲一件事情。我刚刚请来的时候，我在宝物室，然后右边不是就那红红的不能走的地方吗？然后我那边本来是没有人的，然后我就往左边走，然后呢就走到左边的走廊，然后就遇到了应该是诺诺，然后呢那个毛太阳从右边走过来，就是应该是没有人的地方，因为我就在那边出生，他要出来的话，只能从红红的地方走出来，所以可能毛太阳真的是狼，可他死了、欸。我先确认一下，红色的地方是真的不能走进去，对不对？对，我刚刚确认了，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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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我脸先冲进去了吗？不能，我不知道。冲进去了，冲进去了，迪呀！啊，这里也是狼，阿迪，阿迪，我要。我要把我的队友是鸟鸟，是真二。好，阿迪有没有可能是呆呆二？你就继续说吧。没有，拜拜。你们可以给你一次活下去的小迪。小迪要，小迪要赢了吗？因为呆呆二要大家。我现在没错，小迪要赢了吗？哇，小迪要赢了吗？小迪要赢，小迪要赢了吗？哇，十个！小迪恭喜你胜利。恭喜胜利！胜利！欢迎过来，胜利！我也想胜利，我也想胜利。哎，露诺，你怎么下去了？露诺，下去了。哎，你要打住我！阿姆阿姆阿姆，为什么？阿姆阿姆阿姆，不会回来。轻微含量不高。哦，可怜哇，可怜哇。如果不好了，我真的会抱歉。然后站在这个地方哦，千万不要站在这个地方哦。为什么？为什么？中间的一整条都是石头滚下来压死人的范围。在真的假的？是。只要坏人点完任务，然后他按一下石头，我们在这中间就全部都会被石头压。哦。这里吧。这里。哪里？到哪里？你了呐？对啊，很难弄哎、欸。哎、欸，我成功了！成功了吗？成功了吗？有人！刚有一个救救，有人！哇塞！我刚才跟困困一起看到了好多人呢、喔，然后困困他说他不会拍，对对，然后我终于找到，原来是在右边哦、喔，我以为在左边，还难怪我找不到。对，然后我说他死掉了，他死在哪？另外一个是谁啊？他死在哪？是在宝物室的左边，蓝蓝的尸体，鸟鸟，博胜跟鸟鸟。好、哦。对。然后，可是死了一堆人呢、欸。这是双刀吗？哦、应该是双刀，他们刚才还一起跟我们活着。露诺，你要跟博胜都不见了。完蛋了！脑袋弹到没了，怎么办？救命啊！那大家在干嘛？大家在干嘛？在找人，找不到人。
我在训练场解任务。我也在解任务。你们有谁是黏在一起的吗？除了我跟迷你之外，黏在一起没有。我刚才你刚刚干嘛？不会跟我们说的。没有哇，怎么办？原本我看到的都死光了。原本在那个啊，我听过。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就一个一个跳啊，看谁不敢讲啊。我从一开始就说啊，我就是个只能看他是谁的人。那我以身作则。我的人生目标在第一把的时候就死了，我是个没用的保镖。哦，有保镖这个人呢、哦？ Okay. 为什么都是一些奇怪的职业？好，然后那就是我了。你们要看谁不敢讲啊？一起跳跳。我是鹅，就白鹅，什么都没有。正义使者，那么多，那你超怪哦。那么多职业，那正义使者刚刚不是有人说是路诺诺吗？没有啦，他是另外一个啦。路诺是说、欸、警长哦、嗯，他是啊，他是警长。那你就直接说你是警长就好啦。刚刚都有人说是正义使者，我说是他。哦，他是警长。对。哦、那你们呢？阿凡星呢？我不是讲了。哦、你刚刚讲什么？对不？正义使者啊，他意思是他是警长吗？还是正义使者？他说正义使者，那只能是跨啦。我是复仇，白鹅也很奇怪啊。可是这一刀一定不会是我 啊，因为我经过他们去训练场，我一定出不到这一刀、啊我知道。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单纯跳白鹅也很奇怪，因为啊，我就是白鹅、啊，所以你也不会在这一轮盘我、啊。我没有盘，我只是 confuse。confuse 都死那么多人了，应该没有什么人应该略过的、啊。对，那夸拉你怎么说？我怎么说？不说嘞。你可不可以没话可说？不用了，反正现在米米跟坤坤是不是你们算就是算互保对不对？对啊。啊那就是等于你们那边两个好的嘛，对不对？啊，除非你要硬藏我两个都双狼、可是你觉得我第一轮的操作像狼吗？剩六个人，然后我自己说我是保镖、所以现在就是我三个好的。嗯哼，那你要不要归一个？那就不敢讲了，两个投一个出去啊，三个啊，你反应说他正义使者嘛、不行啊，因为我们时间快到啦、啊嗯，然后我很笨啊，所以你必须要给个名字、啊。乖啦，刚才他不敢，他刚才没有讲话，我觉得就怪怪的。繁星出过刀了吗？你那一枪开下去了吗？还没啊。那我跟你讲，那你要不要我们就你要不要我们现在就我们丢口啊啦出去，然后你去跟十四对决。好啊。你去跟十四对决，Go Go。好，好好玩哦。来，我们丢口啦，没结束的话，我们把口啊啦丢出去啊！哇！秀棒。哇塞，真的假的？去跟他开一枪哎！破困困，等一下，他是不是其实是刺客啊？你是不是刺客？然后你假装你是警长，好猛哦、喔！怎么可能？哇，阿贝，真的不能留太笨的时候下来，早点把我杀掉好了。可能会到不错的样子。救命啊！救命啊！哦！假的，同时神明。捡到扣篮而已，我喂了。等一下，人都在了，然后这样怎么喂？捡东西喂，捡东西喂，捡东西喂，捡东西喂。快点，继续捡。是扣篮了，找到扣篮了。还有吗？哪边？这那怎么捡？结束了，结束了，就完了。那、你们两个不是要对决？
杀光了。哇！猎人耶！哇！猎人竟然赢了哎！猎人哎！猎人啊！八八结婚了！八八结婚！八八结婚！哇！真的刚才整个带大家自杀哎！哇！我没想到我刺客啊！就更绝了，有那场有什么？就是按左右上角的 I 啊，如果打勾的话，打勾的那个 U 型出的那个几率是在那个问号之上，就是打勾几乎是问号，问号是有几率的。下面你可以看那个下面的压，几乎都是问号，几乎都是问号，然后那一个刺客是打勾，就表示一定会有一个刺客。哦哦哦！对对对，所以你们在盘职业的时候，也可以顺便看一下那个 I。就是这一场的职业，你们可以大概知道一个情况。哦，大概可以。好的。OK OK OK。勾勾就是一定会出现的，就对了。对对，勾勾肯定会出现。啊，是这样子啊。问号是随机抽的。还好，一个哦，还好，我刚刚没有直接讲，我胡乱一个。哦。有传教士。我刚刚打勾是一定会出现哦。传教士。哦，我刚刚差点胡乱到没有的哦。原来是这样。那個他们本来想说可以看恋人 PK 了，恋人吃掉多，说我想看说你们两个不是要一对一吗？对啊，对啊，我想说陈那个米米跟困困不是要叫他们去一对一，我想哇这恋人要怎么 PK， 看起来刺激啊！对啊，我太大声了，我就去李亚九，我想玩反派哦。好来吧，来吧，各位来吧，反派啦，不用来吧，好了，我们今天小嫩咖来玩。宝宝，宝宝，准备准备，走走走！啊，是我，我好心虚哦。我很不会说，是我没按，是我没按。Let's go， 准备喽，准备喽，姑姑，好，然后是安女巫啦。啊，这是，嗨嗨嗨嗨嗨！好人还是坏人？我是好人。真的吗？真的真的真的。我压力好大。你看起来好可口。够好了吧？等一下，等一下。你看起来好可口。我劝你不要靠近我，你很危险。真的哎呀！早知道吃了它，想说再玩一下，哎。是我阵容，恶意使者，立刻。Miss， 我好像好像是我拍的，哎、欸、啊，我刚跟对是你拍的，一大群人，我刚跟一大群人走过去啊，我刚一开始还不会拍啊。拍三 R， 然后我们就看到一只橘色的死掉了，对。然后上次第一跟我忘记有谁，我跟大家都在一起吧，反正好像大家都在一起，很多人在一起。对，我身也在。对，我在左边桥上，我 在, 我在那个。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啊？什么嘞？你刚刚我们解散的时候，你是往哪边走啊？我们解散。哦我往上走到那个，但是在前堂哦，他走到前堂，我也在前堂，对，我看到他，在前堂。你们在哪里发现尸体的？我们在那个右边训练场，训练场有左边的路跟上面的路。死掉的是繁星，然后最一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我有看到诺诺跟繁星，然后。他们好像往那边走，因为他在追我。如果你在追我，你也会经过。我有点害怕，我就赶快往上跑，然后就把他杀了。害怕？没有。然后我就看到我在那边学鸽子，他我就赶快在那边不知道干嘛，然后就带着一群人看到了一具尸体。我们就是在那边。看一下，然后我有问题，我可以提问吗？我可以提问吗？可以问题，来，好，请问一下，毛，你刚才往上走去哪里？往上走，我刚经过前堂，嗯，然后我现在正在往训练场的路上。训练场，好，等一下，你们先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我先说一下，我不小心按到，因为我在看地图，然后我点了那个地图的位置，就没想到。等下，你按到谁？你不要讲，你按到谁？你不要讲。好，我不小心按到了。对你按到谁？你不要讲，你知道你不小心按到就算了。我刚刚因为啊，对，因为我会说我在前堂遇到14跟诺诺。对，然后就我就直接往下走，因为我看太多，感谢小雪的十一个月。我们刚才全部的人几乎都有在墓室那边会合，也感谢一群人往下走。啊，然后我刚才还是我开钓鱼给你们玩啊。那个卯是往上走，所以你会在前堂遇到。钓鱼好像会影响哎、欸，要吗？有，不知道。那鼻孔好痒。要走到前堂或卯在后面，然后前那个往上走进前堂，要绕进下面那个区块，要从左边绕嘛。我们都卡在那边，才发现要先往左边走才可以绕过去。然后，对对对，露诺是一开始就在上面那个区块，他也是想往下，但没办法，然后才发现说要从左边绕。嗯，这是我们预见的情况。后来我就在前堂右边那个空间，刚出门口那边有个任务，我就在解任务，然后他们两个在我旁边。刚出那他们后来有离开你吗？嗯、没有没有，到这为止就拍了。所以你们那时候右边都没有任何人冲突吗？我都没有，都没看到人。我现在走到那个什么训练场跟，跟反正就他那里有一个楼梯的那条路的中间，这中间都没有人，对，这中间都没有人。到这里是这个位置，简单来说就是最离命案现场最近，因为我们刚才左边一群人走过去，几乎不可能去出这一刀。对，太多人了。嗯，有道理。对，所以你那一个位置如果没有任何人走过去的话，那就是你的嫌疑最大。嗯，那就是你的问题。认同哦。哎、欸，等一下，我因为我是没遇到人啊，所以就对。OK， 不会哦，这样我觉得露诺的概率大一点，因为我跟卯的路径是一致的，但是这个尸体多久之前不确定。我承认，我是最一死者，我刀的，他在追我，我。你很害怕，你怎么一直追死者？你怎么每一场都追死者？你都这么追呀？不是，我们必须要设立一个规则，就追死者刀错等于是压头走就好了。Hello， 不是我，因为我们的话之后随便一直压，又说他自己是正义死者，我们又必须放过他。可是如果压讲正义死者，会有人出来对牌。现在问题是好像有刺客，那你要确定正义死者已经输。哦，对耶，要确定他一定有出来，有没有出？有没有出？刺客币，对，刚好投一下，有没有出？有嘛？有一定出嘛？有出，有一定有一个正义使者。哦，所以就不会怀疑到他，因为没有对牌。对对对，所以就是正义使者跟警长啊。好，那就没事了，没事了啊，大家。哇，正义使者，刺客，对，有刺客，有刺客。刺客是打勾买地油，我刚才在等，我刚才在等刺客什么时候要做事。哇，刺客可以帮忙吗？对啊，这个不杀白不杀的感觉。刺客可以帮忙吗？还是一个？好狠哦！怎么会能骗我？我天哪，人狠话不多，好恐怖。哈。下来陪我吧！我鹈鹕啊！我鹈鹕，我根本没有要吃你。我说，哎，你看起来好可口。哎，你一直接近我啊？怎么了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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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拍？你是警长啊？我不知道。对啊，没有，因为刺客一定会有啊，你就直接跟刺客讲说你是什么职业，你就会被毙了。我没事啦。那啊，卯太郎，我对打他的，可恶！我刚刚就是想说你们两个会合，我想说啊，怎么是这两个职业啊？你不行了啊！去刀他的说，然后结果你一直在追我啊啊！然后嘞，我是要吓吓人而已啊！我不给追哦，跟在爷爷旁边。你用附身的啊，可以听他们讲话啊。可以关掉，定静物关掉。是要给他食物。什么？投石神明，赶快冲！投石神明。啊！投石神明，刚发生什么事？怎么了？干嘛？
没事啦，没事啦。干嘛干嘛？又没事。等一下，我也是。干嘛？我要看到我吃了，我要吓到了，我快吃人了。不是，我完全不懂。不是，不是，在我面前吃人，他吃人不是，他走过来，他自己爆掉了啦。哦，真的吗？有爆掉的职业吗？有会让刚刚很欢迎我接近你，你要确定哎。隐形者跟超能力，不是，是我有超能力。不是，你刚刚说屁股很香，我以为你要吞我，可是好像没有。有鹈鹕啊，对啊。在敬拜坑，哎，然后呢？敬拜坑吗？哦，对，然后我看你们，所以我就一直在着啊。你们看到我一直站在原地啊。我本来要把屁股爆掉啊。对，等一下，谁站在原地？那个困困，你一直站在原地。因为我找不到食物的话，我又很怕走歪，所以我就站在那边啦。结果他走过来，他自己爆掉啦。哦，食物爆掉有可能是警长啊，因为这把也有警长啊。如果你们知道这个游戏有个职业叫超能力者的话，刚才这一段说辞非常可疑。超能力者会站在那边很久，然后去找。对，因为他在使用超能力的时候，他不能动。难怪我接近你都不害怕，哦、你好可怕哦，困困。是啊，你尸体在哪里啊？在那个敬拜坑。尸体就在那只大怪物的前面啊！我在那边，我站在那边等啊，大怪物在那边等你们问他、哦。我问一下，我问一个问题，困困，为什么你当下不拍？因为我本来敬拜坑，我要走右边到祭坛，然后你每次都比我早快拍我了，怎么办？哦没有，我是回头，然后看到你没拍，然后我还走了四五秒过去拍哦。我要点，然后你就比我快，我会怎么办？你每次都说你比我早拍啊。嗯，可以可以可以啊。哦，也行呢。那我接什么？因为他才刚从对面的那个画面回来到他的身体，他没有办法马上拍。你说超能力者的部分吗？这样子是对。如果套用他刚才的说法的话，这样就可以说得通。哎呦，啊哈，嗯哼，啊哈，都看你们吧，反正总比被肚皮吃掉好。哎，什么意思啊？我刚刚因为后面跟我讲话，我有两分钟，我就是他都在接。总比被肚吃掉好吧？既然你们都讲我是狼，总比被肚肚吃掉好，快点杀了我吧！救命啊！好吧，我才不懂为什么肚肚看到我就开始叫。对，我觉得肚肚看到我就叫。天哪，我从来都一直叫。我在增加你们的气氛啊，有没有？原来，不尖叫这个游戏就不好玩了。求你们杀了我，受不了。杀了我！拜托杀了我，谢谢谢谢，肚肚谁用的呢？拜拜。啊！为什么你要给他吃，不给我吃？什么意思？那你可以变成他。啊，他好丑哎！不高啊。对。先把牙齿拔掉。确实。他六个眼睛。嗯。哎。嗯。我讨厌超能力，我这能力很废哎。会吗？欸、你刚刚杀我的时候，我刚好走回去你旁边，所以我尸体是在你旁边爆开的。对啊，而且其实实际上面，我一开始拿到超能力，我就知道完了，因为我觉得这能力超难用的。太多了，可以站在任务旁边啊。不是啊，因为那个时候我想说，我要找一个东西站在任务旁边，可是重点是我不知道哪里有任务啊。哦，你没有任务啊？对啊，我不知道哪里有任务啊，不知道哪个地方是有任务的。你就假装啊，假装发呆就好了啊。啊，我假装发呆是不是就被他们说我是坏蛋了？嗯，演技咯，对不对？没有啊，反正再怎么样子都会死。早点下来聊天也好啊，对不对？对啊。对啊。老师讲，如果他肚子鹈鹕的话，我就不想被他。哇！我想这里怎么会有口音？哈哈，这有口音耐听是不是？今天耐听是不是？嗯。哇。哦，好像有人要拍桌喽。单纯哦，什么东西啊？因为好像刚刚看到一个，有人看到有人走红色的线路过去，你看。
谁吹喇叭？小弟叫我拍，我叫拍的。对，我讲一下，我看到鸟鸟跟那个哎呀走在一起，我就进一个房间，他突然大叫，我怀疑他们是恋人。然后哎呀突然闯进那个误区里面。所以，哎呀，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等一下，什么意思？他们是恋人，然后呢？我只听得懂。我怀疑是恋人，因为刚刚我在找的时候呢，发现鸟鸟跟哎呀他们躲在宝藏室，然后我进去，他们就大叫，然后他们就躲我，就一直跟着他们，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恋人？”然后跑着呢，哎呀突然就走去误区里面了，然后走进去误区里面了。我知道，走进去误区的。哎呀，在我面前有走进误区，然后我刚刚想叫他测试，可是。博士说那个不用测，那个可以关掉，所以我就没有发现。对，那个可以关。所以他现在是第二次。哦。那个可以关啊。嗯。被耍了。然后我刚刚看到你就尖叫，就可以走是吗？没有，就是你直接跑往我们这边跑过来，很可怕。他可以关掉功能。小迪刚刚他是毫不犹豫往我这边冲过来，我觉得很可怕，anyway, 所以我就马上跑了啊。Anyway， 哎呀，已经进去两次雾了。嗯嗯哦，那不是可以的吗？那他可以关几次啊？鸽子翅膀，他可以自由开关。哦，就是坏人，因为如果有时候会被人家要求说测试，然后就是可以关掉，然后就是一直在那边撞那个屋，然后就可以假装自己是好人。意思是坏人可以关掉装好人，但是好人没有办法可以关掉装好人。那好人没有反进去吧？好人不可能进去。对呀，那哎呀就进去了。那哎呀进去了，进去两次。你们确定不是你们看错吗？不是，我很怕的。你进去，你要看错，不是你走错了，还是你走错了？我要先说，我有你迷路了身份，我觉得超好笑的。我报身份给小迪跟博胜，然后我现在还活着，所以我可以先姑且相信小迪。你报什么身份？我也可以相信我，为什么不相信我？哦，我有说你们，想干嘛？小迪现在是小迪说嘛，所以我相信他。哦，所以我要投艾雅的，对不起。我也投艾雅。什么？好哟，而且对不起了，我要投了，我要投了，好了啦，哎呀，哎呀，死掉你们俩会不会死掉？你们是恋人对吧？谈情说爱，那我们要看鸟鸟会不会死掉了。你们这样讲，我会觉得你们两个更像是，你们不可以这样。鸟鸟不投啊！说他们俩更像是恋人，是不是？鸟鸟怕。没有，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新的正走的直，我堂堂正正。哎呀！被献祭啦！哎呀！人太多了。大猛，只要不是鸭子吗？追。衰啊衰！哎呦，那个雾要怎么关啊？我被这个雾害了好多次，我也不知道哎。走啊！你刚小迪就被害了，打死不走这边啊。那我不知道鸽子也可以走这个雾，然后我不知道我转下来就是这个雾。哎呦，迷路了呢。但不会钓鱼，这个游戏真的对，真的这个地图真的对不会玩的很不友善。你不会钓鱼？真的。我就在别人的眼前走进这条屋，我完全没有办法反对。不是说不要群聚吗？是说不要群聚啊？啊，小迪就一直看着我啊，他有病啊，他有病。行啊，杜宝都这样子，那么多人，这是什么？多人，他们想干嘛？听听他们。什么？这该不会手指吧？我也太可怕了！好，来看别人。羊毛，你一定很难做人，对吧？赶快发泄啦！毛，你没有啦，不要这样子啊！我太弱了，所以毛这样子他很难做了。毛做得好，加油！没办法，我真的很讨厌超能力者，这是什么垃圾职业啊！真是的。他在追杀十四，毛这个。Hello， 我是助手。这个任务到底是要怎么解啊？
这食物到底要怎么捡？拉食物，拉食物，去找食物，地图上会有亮着发亮食物，尸体在哪里？啊，你们刚刚在问那个是不是？对，那个我刚刚在王座那边看到一个绿绿的尸体，有原本在喷泉那边钓鱼，然后想说溜达一下，然后就看到啊，没有东西。对，好，王座的人家没死耶，发现他们不是猎人，真的耶，哦，原来是猎人耶，你们两个才猎人，所以你们在。对，他们不是恋人。王座，对，没有恋人吧？我会怀疑，我会怀疑卯，因为我在王座解任务的时候跟博胜在一起，我跟他报身份，然后卯是后来才进到这个王座里，解完我就下去这个敬拜坑了，然后卯跟博胜还留在里面。啊，没有，我后来出去，我往下走要去找那个食物，然后就跟博胜离开了，对。可是博士觉得我可以先保小迪跟真二是好。对啊对啊，我知道。他们后来都在一起。对。为什么不保我？因为我没有跟你在一起，我没看到你。可是你踩我。我有看到。你们两个踩我。我有看到鸟鸟跟嘟嘟一直在一起。我是说，哎呀，我没有说你。那个跨拉在我看到鸟鸟跟嘟嘟一直在一起，在往敬拜坑了，所以跨拉也不太可能去刀博士。因为我跟嘟嘟是练的。对啊，我在那之前我就已经看到了。啊，原来你刚在我旁边呢，我还真不知道哎。凑一起，凑一起。那我可以问一下真二在哪里吗？真二跟我们在那。对，一起，我们在下面的地方。对，我们后来就一起去丢食物了。我们在祭坛那边吧。只剩下哦。想想看哦。除非你能够踩死跨啦。啊？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掌握？我没有掌握到跨了啊！你也没有掌握到他的行踪。没有啊，我刚前面不是就遇到你了吗？然后最后面是跟那个啊，我最后面是跟小迪跟明明行动啊，所以从头到尾旁边都有人啊。等一下，我刚刚小迪就跟我说，我说一下，哦，还有跨了。最后的时候，从头到尾在那边呢。最后说他有过来，对，有追过来，对啊，对啊。可是那是很后面，很后面。那很后面、啊，而且我在半路上也有遇到十四啊。等一下，对，牛牛，刚刚我们原本不是经过喷哪里啊？钱塘吗？对啊，我们是不是有遇到博胜他们？然后他们往另外一边走、啊、掉了。对啊，而且、我从王座出来的时候，那你还记得十四有看到我啊？只是王座里面没人啊，所以一定不是我啊。那你还记得刚刚他旁边的人是谁吗？跟他一起走的。是我吗？那感觉现在卯的，我只记得嘟嘟，因为嫌疑最深，嫌疑最大。对对，嗯，没错。卯替自己辩解一下吧。我刚辩解完了，我就是有遇到博胜啊，我有遇到博胜跟十四嘛，对我们三个在王座里面没有错。对，原本他们两个好像是在一起吧，十四跟博胜在一起。对，后面他们两个去哪了，我就不知道了。那我先讲，我跟博胜在王座里。我跟对，我是后来才遇到他们的，没错。后来卯走进来，我解完任务离开，剩下博胜跟卯在里面。我离开是因为要去喂食，我往下走看到夸。对，那时候喂食任务发生。我们有一起到敬拜坑，然后我往这个敬拜坑右手边祭坛走，然后夸啦是走另外一边，然后应该是跟这个陈米还有正二一起往左边走才对。所以。这几个人都没有机会出刀，只有卯跟博胜待在这个王座。对，就以出刀可能性来讲，就是我们两个，没错。好，他说他，我要，可疑的味道，他们两个可疑的味道。嗯，我觉得思思说的有道理。什么？可疑的味道。你们下一场更美好喽！下一场更美好喽！觉得卯很可疑，可是他会不会是带带鸟，然后有一个杀手藏在里面不敢出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觉得刺客还在，好可怕，不能跳身。我根据我的鼻子判断。鸟鸟，你刚才跟狼在那个房间在做什么？这可以问吗？谁是狼？谁？那个阿雅在房间里。嗯，你们那个躲在那个宝物室里面。我们聊。这个不能讲，因为我觉得刺客还在，不能讲，冷静。反正就是在谈身份，谈身份。好的，怎么办？怎么办呢？自由新政，投吧。自由新政，投行。啊，可以。
太紧张了。嗯，我吃两票啊，有错吗？没错，没错哎、欸，就是平时啊，都平时、欸、没有哎、欸。嗯好喂、啊，我本来想说我要把第四给变掉，好像刚刚只有。感谢生母59个月。在一起，想说这时候仪式变。晚上好。嗨嗨。哼，那个。我确定是第三方以下，因为我不是警长，我直接把他刀了。两票，我不知道被射了，因为至少走两个，应该会剩一个。我刚吃两票嘛，然后，嗯，我没讯息，我觉得那如果说你吃两票的话，我觉得我跟小迪跟真二都是好人，那坏的就只有考拉跟鸟了，这里是我的立场。只能是考拉、嘟嘟或鸟鸟。嗯，所以考拉、嘟嘟为什么？哦，还有一个兔兔，我没看见，他出家了。那可以跳身份啦，两枪都出了，可以跳身份啦。两枪都出了吗？可以跳身，出啦。好，再等我确认一下。诺诺正义使者14，诺十四得被刺客吃掉了，所以不会有枪、啊。对，每场游戏发动两次。对对对对，对，我是生存主义者。你要生存主义者了？我是冒险家、啊，我可以在石头下被砸到作证。你们是恋人？不是，我们不是。我们都是好人，不是恋人。对，然后你们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我是啊、哦，真的是只能开两枪吗？我不会再再去了，不然他们两个我们都爆了。不要这样发火了，我听到你的。OK OK OK， 有道理，有道理。你是在找有什么可以跳？不是，我是 Canada， 我是 Canada。看你要不要留我、啊，如果等下被刀掉的话，就会就啪。因为 Canada， 那为什么你不可以一开始就大吼大叫啊？反正。对。有那个、啊，为什么你只找一个人？你只找一个人兑换身份，如果你是加拿大的话，你应该会急着想要找人。加拿大最好的玩法就是找一个人兑换身份，如果真的被杀掉，那就会这样。就是大概对啊，但你没有，你只跟小范围的、啊，小范围的、啊。但你只跟艾亚讲，他已经数了，你应该要再找人。可是你我觉得怪，我觉得有啊，我刚才在疯狂喊米，对不对？小弟，你有听到吧？我刚刚疯狂喊米，有啦，没关系。我觉得有点可疑的地方。考拉拉是什么？在考拉拉是什么？那我讲出来就不会赢了。什么意思？哦，噔噔噔噔，我带带你、啊。我先说，我刚刚想一直在打喊米，但是找不到米。然后我找小弟交换身份，他不跟我交换身份，然后他现在又踩我。嗯，啊，因为我担心，因为你跟阿丫在一起，所以我有点担心。嗯，嘟嘟嘞，没有，刚刚十四有跟谁讲过他身份吗？我是好人，我是一所队。有啊，他刚爆了。他刚是哪一个好人？你是哪一个好人？我是好人。哪一个呀？就是好人的好人。哦，我一定要报我的身份吗？我很害怕哎、欸。我是在你旁边，有在决斗啊？啊，没有刺客吗？哦，我是保镖。没有刺客了。你保谁？是最可爱的保镖。保镖？你知道你要保护谁吗？你保谁的？那你保谁？我保护的人死掉了。谁？你保护的人死掉了。哎呀！我可以问个问题吗？保镖一定是保护、啊、保镖一定保护网红吗？其实我不知道。不知道，欸、我其实我蛮想知道，说保镖是一定是保护好人吗？我刚刚其实也蛮想问。不是，保镖是好人吗？他是保护，一定他的身体条件是什么？他是定保护网红，还是保护网红以外的也有？应该是以外的有，他写特定玩家，他没有写网红哦。这个因为我上一他应该是随机，他只有写名字，但没有说他是什么。嗯，而且他要怎么办？我是觉得鸟鸟应该是好人，他刚跟我站最前面，他跟我站这么久，他都没有咬我，那我觉得他应该是好人。我自己的，我闻到感觉，我觉得像米迪，还有善良气息，因为他们两个一直在一起很奇怪，然后又说他们有交换身份，又不跟我交换身份、欸，很奇怪。我们跟博轩也交换过，我们跟国生跟真二都交换过了。我可以验证我的身份，嗯、就去给石头仔就知道那真二你自己说，你觉得现在决定权在你身上。我可以讲啊，我是架杠的 VTuber， 嘿，真的？嗯，对。你是 VTuber， 那你是网红吗 ？VTuber， 网红考拉呢？那怎么办？现在怎么办？考拉呢？考拉说他跳出来就会输了嘛？对啊。跳出来就反正现在这个他说他是带鸟，刚才那就先不要投他了。对啊。
那就是、可以。如果现在这个状况的话，就是我跟弟弟跟陈敏绑一起嘛。嗯。对，然后就我这边还是怀疑弟弟。对，换谁换谁。我先踩敌吧，因为他刚刚不想跟我换身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怪。然后因为我担心，我担心刺客。你怪。先，因为你跟艾丫那时候在一起，然后艾丫进雾，然后你不能进，还是你没有进，我也不知道。你们跑得跟飞的一样，我追都追不到啊！啊，他进雾关我什么事？他进雾关我什么事？有没有小秘密嘛？可以，对啊，我想可以我就想要跟他找啊，跟他讲那个我是加拿大。觉得敌很怪，小迪是好人，到底降落谁家呢？咕噜咕噜大凌波，哎，我被你怎么被投票，我是好人哎、欸，我就是冒险家，真的。怎么办？再见，我的好人伙伴，啊，完蛋了，怎么办？道三合一，对，是鬼。牛逼啊，聪明哦，可以跳呆呆鸟，都没想到。小弟，好啦，要走啦。鸟，你要跟我走在一起有问题啊？我不知道，因为你的反应太大，吓到我。我想说，是不是怪怪的？因为我是鸽子啊，我想说想要。我跟你讲，现在。哎、欸，来吧，把布。怎么了吗？把布。该把布了没有？我觉得再被刀一个很危险，因为我是加拿大，他们不可能砍我。啊！明明现在拔不下去。怎样？怎样？那现在是怎样？要投一个出去吧？我知道现在就大家再来讨论一下嘛，但友善讨论。好啊。刚刚知道是好，一个是还有两个、那个鹅嘛，因为是说他被两个票，就在场应该剩小迪为什么会有三个票？我不懂。一个是我嘛。一个是嘟嘟站我身边嘛，啊，我站鸟鸟那里。刚刚三个宝宝，我跳过呢。我没有投，我是我投嘟嘟，那一票是我的。我跳，所以是你们在场三个人全部都投他哦，完蛋了。对，可以。嗯，嗨。哦，把你的手伸出来，我闻闻看。谁的手？你的手。不是，他都说他是冒险家了。我今天才吃过烤鸭，你可以闻哦。没有，反正口号先不用讲嘛。所以就是不一定啊。他说他如果说不能说，可是因为他说打勾是必。我刚有说啦，我刚说啦，所以我已经没救啦。而且刚刚对不起，这一票我可能要一开始开场哎，刚出去之后，如果我是。的话，我可以直接把真的刀掉啊！我觉得我要踩鸟哎、欸，因为杜杜看到我，如果杜杜是坏人的话，他应该想要来杀我，可是我们走掉了，然后杜杜还跑去拍刀拍桌，我觉得真的要跳出一个才行。如果是坏人的话，因为鸟鸟在我旁边呢、啊，鸟鸟在我旁边，他说要拍桌，鸟鸟我就拍桌了。我叫他拍桌、啊，我跟他说要不要拍桌。对啊，你好听话哦。超危险，我很乖。什么东西？我不懂了，对不起。还是他是坏人，然后还在说自己是呆呆鸟、啊、这样。我不知道，知道也有可能哦。那我没有死，那我早就死了。对啊，对啊，我。对啊。那我为什么这样就可以判断是没有死？搞不好他还在忍啊。搞不好他还在下不去，还在忍。这个压力让我好压、哦。但如果我要赢的话，我应该要。那如果我是坏人的话，我要赢的话，我应该要速度要快一点啥、啊？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多久的时候遇到？你的刀 CD 好了吗？而且我刚刚待那么久了，我只要我也不知道刀几秒，请问刀几秒啊？我们应该没人知道，我不记得，因为我对这游戏不熟。好，如果这时候有人回答出是几秒的话，就可以了。可惜了，可惜了，我只还没有当过坏人，所以我不知道。真的吗？对啊，真的吗？那你是红红的还是白白的？我是我如果活得够久，我就赢了。所以你活得够久，你就可以赢了。哦，对对对对对，现在保你。你如果说你是那个的话，就是再几回合嘛，对啊，两三回合拍桌。如果没有鹈鹕或地鹰的话，我如果再两个人死掉，我就会赢了。就我们会赢的好人。嗯，鹅在倒数。真的吗？
倒数结束。好吧，那个八，那怎么办？反正我等一下，我等一下去搬走啊！大家自己小心一点，我是绝对搬走。我好害怕，我好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好。我不知道。你拿躲起来啊！我要躲起来，我躲起来。对了，我就逃。对啊，你躲起来啊！你们把所有人杀完没关系，我们就会赢，好吗？干嘛呢？我要赶紧逃。出发吧，那赶紧的。好吧。好无人义的保镖。灵体记得做任务。为什么我有一票？是谁？我是谁？不不不会赢啊，所以他现在哦，随便杀一个就剩三名了、啊。对，哪来的金？没错，除非先把米米杀掉。嗯、对他现在是不是只能杀米米啊？对，这个真不然会出事。哦，鸟鸟加拿大鹅，这不会解。因为鸟鸟真的是加拿大鹅哎、欸，然后我赶紧踩他，啊、这不会解。对啊，真的是啊，真的是、要叫了吗？要叫了吗？要叫了吗？对啊，我就这样、喔。对不起，一直咬死他，跟我走在一起很诡异。因为你的反应太大，吓到我了吧？没有，因为是因为哎呀太诡异了，因为哎呀太诡异了。哎呦，我附身天要讲什么？等一下，也可以进雾的。我解个，我想一下。嘟嘟。啊！我是发现你第一场进去，我看到你外场有刹车。第一场我就是鸽子，然后。天，牧师那边走过来好。什么意思？我去哪了？什么意思？哦。看不到啊，太暗了吧，那一只狼啥都看不到，我怎么修这个？大家好，大家好，请问我妈怎么修这个？怎么那么暗？把黑太久了，把它黑。对啊，这个怎么修？妈，右边那个吗？没有修啊，没有修啊，是黑太久了吧？好了，我继续单走。哎，会不会有杜杜啊？对啊，我觉得是他，哎，杜杜不没有在这里，杜杜啊。我觉得是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反正找你就对了。天哪！我想不到什么方法。这个。什么？要不我帮做任务做到结束吧？哦，有了，弄完了。要不我帮做任务做到结束吧？那任务条超长的。有电能吗？没有，这场没有。老板，这把接着任务，这把都快一小时了。哦，对呀。这怎么弄？这场真的好久。有了。杜杜啊，这已经没救了吧？这没救了吧？这已经死局了吧，这好像是一个死局了。对啊，这死局了吧？他现在只要对啊，不杀米米就输啊，杀其他人就输。然后杀了米米之后，只要被其他人发现尸体也输啊。对啊，都很惨。啊，好可怜哦，我们就丢着 Koala 痛苦。啊、应该那如果是他们自己起争执投错人，应该就有机会吗？对，没错。可是这个现在这个局要，可是这很难吧？
我被拉杀了。这样看得到吗？这样看得到吗？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完了！附身看啊，附身看啊，附身！哎、欸，结果我真的踩错鸟鸟哎、欸！多啦，快点回好、啊、技能，快回！鸟鸟！哎，狗啊拉杀的！哎、欸，狗啊拉杀的，明明死了，搞不好是你杀的、啊。没有，真的。哦，为什么不是你杀的？你杀你拍的、啊，我刚走上去就看到你杀的、啊。我在钓鱼，然后积分对的时候就发现，可是我刚刚跟 Koala 就是一整局都跑在一起。对啊，我刚刚一整路跟他走啊。积分对，他在养你，养你，嗯，你懂吗？我知道我是加拿大鹅，我觉得是你啊。没有，就我们三个了。你加拿大鹅，我网红，他就是杀手了。因为明明死了，那时候我跟明明在一起，然后我在做任务，然后他就突然黏过来，因为他不是跟明明走在一起了吗？他不是没跟你走在一起了，然后我没有必要去当明明啊，我当个明明干嘛？我们保那么久了，我当明明，我干嘛当他？好了，考完了，我帮你到这里了啦，我帮你到这里了啦，让你玩到这里了。我心满意足了，没事了。没事没事，结束吧，继续游戏吧。好累啊。没有办法。有人就是你，辛苦了，辛苦了，白痴啊！我们这里让你们两个一起走在一起，我差两秒哎，就再会，为什么再会？我真的速度太快了，我差两秒我就可以连刀了。对，我刚才也在帮你祈祷，快点回好，快点回好。这个口啊，太好了，我好吃吗？你才那个才要用力了。鱼肉好夹不？鱼肉好夹不？你把好夹不？鱼肉好夹不？怎么一开始要出去了？但是这个蚂蚁地狱嘛，所有人都在一直争斗。真的很讨厌超能力者，真的厉害，不能自己刀人，哦、麻烦哎、欸。哦，啊，你可以去躲起来。他有第四只，他有第四只丫丫。那超能力者蛮麻烦的，要还需要最后一场。还是当然，我的话，啊、我这边结束了。再玩，我刚好这边有那个。可我等一下，我等一下有要玩别的东西。哦、对啊，哦，好的，差不多了。好，好的，好，那我们就到这边结束。然后呢，在结束前呢，我们最后就是一个人宣传，就看你们要宣传什么。那我们就最后从我开始啊，我是邵世迪。然后呢，就是我现在在双人加班台跟米米。然后呢，大家可以来看双人加班。耶、yeah, ，好的。然后下一位匿名选职业，他们没有。嗨，我的那个十周年演唱会的集资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哦。如果喜欢听博胜的演唱会的话，可以来我的页面看一下十周年演唱会。哦，阿威，十周年演唱会，前辈 ，Sky， 太强。然后我看你长大的思绪，这句话。天天我少女，其实是我没有什么好宣传，就是我是一个在 YT 直播比较常唱歌会，可以来听我唱歌，谢谢。耶！好耶！好耶！啊，会唱歌的男生，耶！那边有一个人也在演唱会，对，那个也开演唱会。好的，然后下一位 Now。哦、oh, ，我好像没什么要宣传的，订阅我拜托。好，整体起来，订起来，订起来。订狗是毛，订狗金，订狗金。其实我也没什么要宣传。那我最近在写那个加班台的规则，可能下礼拜或下下礼拜会开始会发公告这样。大家都要加班，加班。我的那个家门口加班就是鸟鸟，鸟鸟教我很多。那张对不起，我刚才踩你，对不起，不会心结。是什么意思？你刚刚超级欢迎他的，跟我走在一起，哈哈。下一位是，好可怜哦。下一位夸了，恋人恋人。有，我也没什么好宣传的。
好啦，平常打游戏、唱歌、画画就这样子，什么都做，就这样。好的，耶，满足，耶，棒哎！然后下一位咪咪，嗨，我是咪，我们已经加班台加了半年了。然后如果说你平常无聊，然后没什么事，然后想要来看看我们的话，真的超猛，你们可以来看看我们，我跟小迪两个人在加班。好的，真的超强，对。然后下一位是繁星啊，没有，那你宣传一下，有没有什么宣传？也没有啊，就在毒气直播没了 啊，很多从小看到大的 啊，就是我啊，每天开台，好喂，好喂。然后下一位是尊鹤，哎，就是我最近也在毒气开台啊，然后 YT 那边的话会改放一些可能像需要。计划性的这个节目这样子，然后各位如果不嫌弃的话，可以再来突击找我这样。那如果嫌弃的，好诶，嫌弃的话也可以突击找我，我会难过一下，会去请你们拜托来看我。嫌弃一下再看你。然后下一位是哎呀，我是哎呀，我6月15。在图奇的频道会有 3.0 新衣装的发表哦，里面有外图、主题，还有 OP 跟 ED， 全部都是我自己画和自己做的，请哇，太强了，太强了，太猛了，太强了吧，猛哎，大支持，谢谢，六角形战旗，好哎，来，下一位是露诺，啊嗨。那我想想，我想想哦，我最近在 YT 跟图奇都有开，然后最近在玩《魔物猎人》，但是好像快结束了。然后可以的话，大家可以到我的 YT 多刷刷我秀特时我的晚安大小姐，感谢大家。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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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为什么大家都有默契 ？Go to bed， 耶 ！Go to bed， 辛苦呐，练习很久呐。Make some tea， 熊的一手速度。哎，不快到我呀！哦，是一手度，要宣传什么？啊，我现在在努力 YouTube 往30000订阅冲刺，然后主题加油一点。其实我这个月也要加班台。加班台，回来一点，加班。今年3周年，暌违加班，加油！好棒，加油！好棒，好棒，喂，好棒，好，多饺子，请多饺子。好好好，哎，我是鸟，感谢大家游玩，很快乐跟大家一起玩，小弟我不快乐。阿威，请你吃冰淇淋，对小弟不快乐，希望你跟我一起。对不起啦，鸟鸟，对不起。你要做那个鸽子好伙伴。对不起。阿威是鸟，笑笑。好的，大家就看鸟鸟，哦，鸟鸟真的很强，还教我们那时候玩枪战，超强。啊，你就教我吧。你应该不会不收我当徒弟了吧？教哪次不教？哇！大家先回提到我的户头里，8081939709073。哇，中了，小学妹。好，我们下一位再是困困。哎，我是困困，确困在 YT 直播，然后Go 6月11号。过生日有1周年，同样是1周年，然后有我的萝莉困的，嗨，汪大友，从画画到 L2D 到除了脚本之外，全部都是请人家做的。好哎，哇，哇，好多钱的，好棒啊！赚金了，资本万岁！耶，资本万岁！6月11号生日。哎，大家一起变小小，我们变小小在一起玩。对，好哎，一起变小小，一起联动，香香的的联动，希望香香小小的。我有乐乐心态，请救我！来，我们乐乐大爷，我也是乐乐心态。乐乐底穿乐乐吗？你是一种乐乐吗？哎，对耶，对耶，你变成乐乐了。算乐乐吗？你是一对乐乐，他有朗朗形态，他有朗朗形态，他是惹惹，惹惹的一种。
好的，好，那再次感谢大家，感谢大家一起来玩，然后我们就是开心的这个轻松玩嘛，没有什么惩罚，然后就是不要心结哦，不要不开心哦，然后感谢大家的玩耶，谢谢大家，波波鸡波波鸡波波，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大家，然后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好，那我们就各自解散喽，感谢大家，感谢各位，拜拜，谢谢各位。辛苦了，拜拜，大家拜拜，记得把那个音效都调回来哦。你们有调那个音效的，要把它调回来，记得。好，好，没听到。好，好，好的。毕业了，好，然后毕业了，从毕业了。哎，哦，波波，退出。不会了，谢谢。好了。嗯，先调回来。Discord 音量调到18，我先尿尿。哎，嗯，去尿尿哦，一直想尿尿哎，天哪！回来喽！啊，你们要玩什么？我有什么可以玩？退出。哎、欸，怎么图那么大，吓死人！换分类，换分类。你觉得雀魂麻将如何？你小打一下吧。我最近睡得很久哎、欸，最近天气比较凉，也不是哎、欸，可是我前几天前三天吧，加起来只睡5小时，哎，烦躁，血魂，あら、また君ね、ジョナン君。来，请进，请进。开个钓鱼，钓鱼，钓鱼。
嗯，有人吗？这等一下应该是直接数去，直接睡着，直接困起。哎，怎么没有啊？嗯，等一下哦，这个，然后这个不幸啊，有了有了有了，哎呀，啊，死光啦，没有打，那我自己去玩，要玩啥呢？看看哦，Switch 我有没有卡？画面很卡，画面卡爆。过气主播，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们这个画面，属性投影，哦，画面好多东西哦。我刚本来想说，我都观察者模式了，不然就开个 Switch 来抓设尾。然后，哎呀啊，这样太不尊重主办方了吧？还是想想算了。还是就关台，不知道干嘛。假借雀魂的标题刷设尾，哎呦喂，我的画面跑马灯又开始卡了，我觉得是 OBS 问题、欸。真钻刷多久了？出多久刷多久啊？
孤单，真钻，真钻大概四五天破台啊，然后后面就开始刷这个啦。谁啦？没看到 ID 进来一下，按谁？那个混蛋进来就跑。可以进吗？进啊，你们看没人来，想说还没有要关，不知道玩什么，不知道开什么，不然就只是私下在看那个啦，看影片或第一台。那怎么没人，那就关掉啦。我们自己刷，自己刷设为至少可以分心什么之类的。爱来钓鱼没有，可能就是不想打麻了吧。啊，过气游戏。其实有几款一直想开没开的，可是觉得开又觉得很无聊啊。可是有像猛兽派对又一大堆人没有吗？因为猛兽派对不是有。猛兽派对不是每个人都有，就一大堆有可以互动的游戏，一大堆人没有嘛。然后想玩的游戏，哎呀又单机，玩起来就很无聊。啊，九日我就觉得虽然国产支持，但我就觉得不知道九日我没有想要玩。这样刷完这只，嗯，搞不好就出了、啊。解任务还开心玩。随便玩，随便玩可以吗？随便玩，现在不开心不快乐，现在就算合了五倍溢满，我也快乐不起来。哎呦！我皱眉头，眉头一皱，哎呦！哎呦！啊！哎呦！哎呦！好啦，打完这场，关台去睡觉。心配すんなって。このボールを出したのはわざとだ。
beach。难得最近作息这么的正常。看哦。应该说，操！我，想一下啊、喔，我这三天不是说睡很少吗？前几天啊加起来睡不到一天，睡不到两小时嘛。然后可是这两天因为下雨，然后我其实七早八早就睡了。几点啊？我九点那时候就是九点就想睡觉了。好好哦、喔，怎么好好？你说一天睡两小时很好、喔，很累哎、欸，是失眠的哎、欸，靠，失眠睡不着哎、欸。啊！结果现在是还睡眠债啊！而且我上个月其实那时候作息就很正常，真的很正常，就是啊，我的皮卡丘，我的卡比兽还没喂，等一下让我喂一下。好，暂停了啦，没办法啦啊！等一下打两张哈，哎。哦，早起来喽！然后，这几天吧，就是会在奇怪的时间点睡着。我应该说上个月中之前吧，我都是下午睡。照起来，照起来，下午睡，然后半夜起床。啊，我应该再杠下去的，哎，可惜了。什么垃圾牌？对吧？所以没有半夜会起来，是因为玩了一个游戏，玩了半年。对，要抢时间。你好，怎么会这张？这张才对吧？天河有没有机会啊？谁啊？你是宋幸福初学者，又是你，差点天河啊 ！W Reach。谢谢你啊，初学者，但差一点点啊，初学者。哇！我看一下啊，最近是想回去玩一个叫做那个啊《巫师传说》那个像素 roguelike 游戏。我这几天落着，然后两小时就冲醒了。我不知道我前阵子蛮没办法躺着睡，我一定要垫高，就是用病床嘛，然后就是要把腰跟背抬高才能睡。
另外一个好消息是我的肩膀开始有点不痛了。左边的啦，我左边肩膀已经痛了。多久啦？八个月以上了。那时候以为是痛风，去给中医看嘛，不是说看一看吃药就发现说，就是会一直狂腹泻，然后是连睡觉都会止不住的那一种，一直要洗裤子。然后就那一次啊，到现在肩膀还在痛。抱歉，我刚刚玩的不是很好，你干嘛道歉？有很不好吗？怎么会？我觉得鹅鸭杀比太空狼人杀还没压力很多哎、欸。我也是乱玩啊，没差吧？干嘛道歉？想太多了吧？哦，你是觉得最后一场要赢？没有最后一场，我觉得你太累了。对，哎，还是你说跟我同我练的那一场啊？我觉得还好啊。我玩鹅鸭杀都随便玩、欸，也没有说随便啊，就是玩的比较没有太空狼人杀那么有压力。太空狼人杀那个压力太大了，我就不是很爱玩。鹅鸭杀就是职业多，就随便玩啊。杰云，你怎么嘎了？杰云，好哎、欸，下班下班。杰云嘎了。今日の不幸は別の人に降りかかったな。我以为能赢哪一个？你说最后、啊，最后我觉得你有点难呢。你要知道，如果你杀谁都不对，你知道吗？最后一场你杀了米米会被真二看到吗？啊，你杀了真二的话，因为场上剩三个人，好人方会获胜。可是我觉得抱团这个行为，我其实一直都不喜欢。也不是说不能啊，只是说我觉得抱团对鸭来说太辛苦了。你看，只要两个两个人互保，这样怎么证明那个鸭子势力就变很低啊？啊，万一如果今天又是三个人都走在一起的话，那更难赢啊！啊，就会说，我们刚刚三个走一起都没看到你，啊，你就是鸭了，就这样子。啊，你在用日本攻略怎么叫日本攻略？你上礼拜摸了0089连宝灯吗？哇！我知道啊，我有看到啊，那时候就是真二在下面晃嘛，啊，晃到上面的时候，你不是说差两秒就过了吗？那场我没差，那场我提壶我那场只是在搞耍，结果被正义使者给干掉了，没差啦，没关系，游戏你就当作去交朋友啊，不用想太多啊，你懂吗？这种东西。都说联动开心快玩快乐玩了，就不用把输赢放在第一啊，去认识人才重要啊，对吧？今天又不是说什么比赛啊 ，Apex 比赛啊，结果就是打不好，对不对？别人可能别人打不好啊，你也会安慰人家，又没差。对吧？只是我觉得我练的那场会赢真的是侥幸啊，真的是运气成分比较高。因为我刚刚本来要刀那个谁，是要刀米米，结果十四一直在附近绕，我很怕刀到他，所以一直没有出手。快了，快了。连续登录100天，快了快了，待会12点再上线，再关掉，很好玩。我就觉得鹅鸭杀真的好玩太多了，太空狼人杀我玩下去压力一直都很大哎、欸。虽然他职业也开始变多，可是没有鹅鸭杀的好玩。我还没看过猎人赢过哎、欸。
这应该是我，我有玩过两次恋人啊，赢过的恋人啊，之前有玩过输掉的恋人，也是在乱玩，哎，哦对啊，因为主要是他有内麦可以直接讲啊，太空狼人杀是完全做的过程中，哎，好像现在是不是新增的也可以内麦沟通，反正太空狼人杀那时候玩的时候内麦完全都没有，就觉得压力很大。啊，做什么不能聊天，嘴巴就会呆掉，然后就是变得神经兮兮的。对吧？哎，反正就这样啦。番茄有没有买这个啊？你不是那天这只刚出的时候就抽了？哎呦。哎，这是新的吗？我怎么没看过？哎呦，猫哎，哎呦，嗯，这个也有啊！感谢镜子，我要关了。感谢禁止揪团，没来关他、啊、呢，公。那阿伯，阿伯要不要打？为了你再开一局。要不要？很想，但我等等跟朋友有约，几点啊？赶快把你打飞就好啦，靠，来，你他妈的给我进来。来 battle， 不是 battle 啦。快点进来。几点啊？真的真的太赶，没办法，好吧。真的真的不行。哎，右上角点下去投票出去了，好吧。好吧，就算你输了，没关系啦。不用客气啊！啊，刚刚谁钓了100多块的鱼？学历又你哦。是不是不敢进来了？是不是不敢进来了啊？啊，小杯杯，开游戏，哎，关游戏啦，哎，小杯杯会怕啦，小杯杯，哎，还有谁要玩？两个，没关系，还有两个位置。哎，减一，快，随便拿个凑数的。嗯。嗯，重进吗？进来啊！进来啊！反正东一局就有人飞了，对，不会是我。那会是谁嘞？嗯。要攻击谁很明显的吧？嘟嘟嘟！发现这完整性了，每次玩都跳出讯息。
感觉这把游戏你认真哦。你说飞了我吗？还是说你要飞了谁吗？哦。等一下，你不是开始要做非国士无双的牌吗？他说：“谁跟你说要做国士无双了？”能听牌有戏，那你溢出来了哦，太扯了吧！东一局没人飞算你输，好吧，说好了、喔。啊，刚刚开一局结，一场结束的才对。哎、啊，你不赶时间？哎呦，这个才是，这才是，应该没了啦。绿绿的都干嘛啦？你已经跟朋友说了怎样打牌不出门，要打牌不出门。今天没有一个人三频道、哦。记，你要先把人打飞。砰！哇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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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觉得假的呢，你混一色，嗯，你怕什么啦？你怕我玩不起是不是？那、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屁啦！我不信。你要东一飞了？不会啦，不会啦。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啦，我不会啦。哎，到我，压力太大了吧？哦，谢谢谢谢谢谢，碰走就对了嘛。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が。啊，碰得好，碰得好，碰得好，好碰，好碰，碰得不错。嗯。妈耶！一二三三四，打掉。嗯？啊，你刚刚想做什么？
你刚刚想绿哦？你起手应该是三张想绿吧？是吗？起手三张就想绿啊？五张哦，哦，抱歉，我太不尊重那两张了。好，要来个八，我一生气。噔噔，哎，对，今天礼拜日了，哎，等下会卡比兽，哎，你例子什么？有没有示范？没示范要切掉，哎，记，要切什么？切掉你的例子棒。我想说你太凶了吧，哎呀，切什么切什么，阿贝来切什么，阿贝来耳朵耳朵，阿贝碰，我刚刚我是这样说，我刚看成切你妈的，我想说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凶了，太凶了吧小贝贝。嗯，欸，所以这只角色是活动才会有的，就没看到过他出过啦。干嘛？为什么要赠送？怎样？为什么要赠送？我们有赌注吗？没有啊，又不是赌注麻将，棒枪就要给订阅，这么棒哦、喔！这样的玩法好像也不错啦，但我觉得太敛财了，我不喜欢这种行为。哇哦！有没有杯口？没有。那好像是我刚开始玩雀魂前的活动吧？那时候。看你跟谁，小鱼都有这个 skin。然后每次只要看到这只，就会想到你。你看我对你的伤害有多大？每次只要看到这只角色，脑海就是你，就是一个啊效果仔啊，有梦想的效果仔，最喜欢欺负人了。很欠打、啊，我蛮喜欢千姿的啊。
啊，我蛮喜欢千姿的各种贴图、欸、超好用的。啊，又想尿尿了啦！哦，哎、欸，那个冬瓜茶今晚让我尿了四次厕所吧，尿了跑了四次厕所吧，尿什么厕所？尿什么厕所？尿什么厕所？尿在厕所上。他不是来降暑的吗？可是今天不热啊。我不知道哎、欸，这个冬瓜茶好甜哦、喔。我虽然没有加，我没有加那个水啊，因为它原本里面有冰块啊，化掉了。哦，哦，我想碰，我想对对、欸，不然会被他说太小。可是没料哎、欸，哎，没料没料。砰！好。没有梦想的牌，可恶！谁啊？谁呀、啊？怎么也没也不是很大吗？受伤的都是我，没办法，他赶着跟朋友出门。势必要一个人受伤。你好好活着哎、欸，不然他会用这四万一的点数在那边嚣张很久哎、欸。我真的碰了，我花轰了。看，哦，弹掉吗？可是没了。我要吃吗？发疯吧！哦，蹦！龙。光栄です。カン。ズモ。你撑得住吧？啊，还行还行。阿贝，阿贝，看到没有？阿贝，领先了，领先了，阿贝。真一次，ハネマン。阿贝，我追上来了，我追上来了。你这做人不对吧？哎，做人那么累干嘛？对不对？当只畜生都比较快乐，为啥要做人？哎，我干嘛点这个？慢慢慢慢慢慢这个，哎，大礼包，大礼包。啊，没有不尊重畜生啊！记，有
你太害怕了吧，阿且。哎，露诺关台啦。哦，就给露哥。我想说怎么三万可以杠啊，想说不是三桶吗，啊但是三万要让你摸个牌吧。怎么了，你要问番茄怎么会是问我，番茄有人在抱怨的啦，番茄哎呦，想尿尿了。走开啦，要不小心按下去怎么办，危险呢。嗯嗯嗯嗯，哎，吃什么吃什么，哎、欸，不是，你没回我，几点要出门啊，我真的怕你迟到、欸，哎，怕你这个个性迟到被人家打、欸，哎。旦那さんのお気に入りをなくしてしまったようです。约好打游戏，哦哦，所以不是，所以不是玩那个哦，哦是游戏哦，我以为是去钓虾还是什么东西的嘞。你怎么可能出门？我怎么感觉你刚刚的印象给我想说，好像跟人家有约要出门、欸。等一下哦、喔。哦，你跟朋友约了哦、喔。哦，有意思哦、喔。写考哦、喔。利恩来，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牌。来，利恩，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牌。怎么一直没来啊？那小，在你们手上哦。好，没办法了。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が。看解说嚣张的人，哎、欸，可是东一局没人飞，怎么这样？那没人飞，你是不是要继续玩？啊？
没有人飞，你是不是要继续留下来继续再打，打到人飞为止？你怕什么？好啦，快去啦，快去啦，来啊！哎呀，真的是不怕死哎、欸！反正我朋友先开始玩什么东西啊？玩什么游戏？什么最近在玩的那个很像暗黑的，像暗黑又像天堂又像 POE 的那个吗？那叫什么啊？什么永恒纪元吗？还叫啥？快点，他还要打哎、欸，他要上诉哎、欸，要不要？要不要再来？我先去尿尿。个啦，尿尿。联盟战旗。喂，还有没有人？少一个，少一个。那我现在喂个卡比兽好了，喂个卡比兽。我在啦，没睡着啦，操！喂个卡比兽而已，敲敲那小。小猪安安，哎，我怎么没炎帝熏香了、啊、好吧，没差，炎帝熏香 OK。
让小猪有没有这款分 game 呢？哎，刚刚谁进来？还跟我玩过，你要不要进来？有人放大话，说这场输的要删频道、删账号。你也是花很多钱呢、欸。哎，按错。准备啊，你倒是准备啊。你要换个角色，你换角色就认不出你了。不用。完了，怎么是给你？没有好牌，垃圾，垃圾。那他的图都很好用啊。啊，应该打这个。哎，提拉米苏，你上次叫我揪去是哪？夜夜那边对不对？我想起来了，我只揪到那一次之后，就没去看了。补漫画没补出超能力，好，嗯，啊，我也看了一堆海贼王啊，我也没吃到恶魔果实啊，怎样？怎么了，次次怎么了？我怎么吃下去了？啊，不是要飞人，那是啥小牌？你现在休息中。我刚问了你什么问题啊？完蛋了，我连刚刚问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这粗老太严重了啦。暖身哦，哦真的哦。啊你再来都是把把自摸天河了是不是，哎呦 combo。恐怖了恐怖了。等陪玩瓦中，谁哪个女主播啊，哪个女主播要玩瓦，那个海拉吗？还是尤里？你怎么知道是女主播？你哪一次会去男主播的台过？我是不知道啦，我看的也不多啊，好死不死都看得到你。
有啊，谁？来嘛，你说嘛，给一个平反的机会。谁？那个女主播比你们家兔兔更啊更有最更有魅力？犬哥、犬太吗？还是谁？哦，犬太哦，哦哦。弹腰太太。阿蛋，但你也没有阿蛋，确实不是跟犬太啊。但确实不是犬太啊。哎呦，这个好了。来啦，阿伯，游戏开始咯。直接说还是私说？你就直接讲啊，我没查。我今天问的就直接讲，好吧？也不是问啊，抓到拌饭哦，这样又是香的吗？你现在是不是？你现在还主推兔子吗？想做，看来。看来不想做了，有一个人不输贵在那边。欸，你的暖身结束了没啊？不输贵。欸，不要脸的。暖到快睡着了。干嘛？水温太舒服了吗？不要脸。会更小。你会更小。你基本上出现在玩海几率高，是因为有理吗？你敢不敢晚点打红中啊，利恩？敢不敢？干嘛？想为了幽离子变强啊？你哭他小北蓝，你本来不玩这类的。嗯，是我觉得还好啦，我说我啦。我原本不玩啊，讲的自己有玩一样，没有，现在也还没玩啊，还没玩，我有宰，但是没有玩，不知道哎、欸，宰龟虽然宰了，可是就是对这个还是想说，就想想就好了，想想说说就好，没有说说啦，是真的有宰啦，啊，新手教学玩了一下。就没再开了，大概什么时候去？是不是去年上个月初的时候吧？那时候就宰下来了，然后就有人问说：“快快快，一起来玩！”
我说下次下次下次，没有下次一定啊。No den. Beach, Tsumo, Dora. 你这样说是不是很想哭？其实还好哎、欸，可是这样哭也哭不起来啊。看刚刚的牌怎么看？怎么不像可以国，对吧？像国 ，what？ 哇哦！哇哇哇哦！哦懵懵懵！你刚刚想国没有、欸？哎，我刚刚只想混一色，在骗啊！有真的啊，刚刚只想混一色而已。国就交给有梦想的人去玩。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啊，你现在想国、哦？幸福啊，天天想着国。啊，想当年我还是新手的时候，天天都在国，还在想当年啊，对吧？想当年打一个小时，国了三场。うちの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運があるとは。Oh no! Not good, not good. チー。チーしちゃおっと。阿尼阿维哦，阿尼阿维哦，龙，怎么办？感觉比米奇不妙屋还不妙的牌，米奇不妙屋，干爽啊小跟你讲，飞是不可能飞的好吗？你可以再过分一点，怎么会丢这种牌过来？你的梦想嘞？不是，他平常不会丢这种牌给我的啊。你是谁？
Who are you？ 被发现了吗？就觉得你今天怪怪的，你知道吗？屁啦！你放屁！你坐牌！我感觉我现在超勇的，怎样？怎么说？401怎么飞？不是靠腰啊！你要想一下，啊，你不是梦想要飞了我？对吧？欸，有可能啊，来吧。靠！チーズ、ハネマン。上树，上树，没有啦，好啦，没有打了，没有打了。あら、一位ですか？还真的飞了，没办法，再乱了，再乱来，哎，还没玩到。什么还没玩到？你们就有河道，骗鬼，就在骗。好啦好啦，就这样啦，拜拜拜拜，晚安啦晚安啦。不然刚刚利恩放枪，哎，利恩你看你，你被躲过了。好啦，好啦，大家晚安啦，拜拜啦。我们开太多，好卡哦。关掉，关掉。你赶快去跟你朋友玩啦，拜拜，拜拜。哎呀，哈利恩，拜拜，雪莉，拜拜，番茄，拜拜，阿贝，拜拜，木星，拜拜，米奈，拜拜，歪女，拜拜。啊！怎么给小驴子中了？我的天哪、啊！最近认识的啊，感谢阿飞赠送订阅啦。好啦，拜啦拜啦。我知道你随机杀的啊。好啦，谢啦谢啦，拜啦拜啦。拜啦